好，我马上要开会，请媒体朋友们能，哎，好，谢谢。好，报告委员会，我们现在继续开会，请议事人员宣读今天的议程。讨论事项：审查行政院函请审议加执行及会加执行营业税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案，宣读完毕。好，各位委员、各位列席的官员，我们今天审查行政院的函请审议的加执行及非加执行营业税法的部分条文修正案。那我们先请我们财政部许部长对就今天的审查法案提出报告。部长请。哎，主席、各位委员先进，大家早。今天贵委员会审查行政院函请审议的加执行及非加执行营业税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本部诚邀列席，深感荣幸。以下仅就修正草案简要报告，敬请指教。修法的背景呢？那近年网络交易蓬勃发展，个人买受人利用网络跨境购买国外劳务情形日益频繁。依加执行及非加执行营业税法第36条规定呢，消费者利用网络跨境购买劳务，由买受人报缴营业税，所谓逆向课税机制啦。为考量机征成本，规定每笔给付额新台币3000元以下者免予缴纳。基于网络交易讯息的隐秘不易课税的特性，个人买受人缴税依从成本高、小额交易免税及近年网络交易日益盛行等因素，前项课税规定造成国内外业者不公平的竞争及税源的流失。为了解决限制产生的问题呢，参考经济合作及发展组织 OECD 的建议及欧盟、韩国、日本等国家的做法，拟具本草案，明定在中华民国境内没有固定场所销售电子劳务，境内自然人之外国事业机关团体组织的，应于我国办理税籍登记及报缴营业税，并掌握税源。那修正重点及配套措施呢？第一点，我们增订在中华民国境内无固定场所而销售电子劳务之跨境电商业者为纳税人及营业人，解决现行境内自然人利用网络购买跨境电子劳务需自行负担缴纳税款之困扰，并力掌握税源。第二个呢，删除现行免税买受人免税门槛的规定，维护国内外销售相同劳务营业人之租税公平，增订跨境电商业者应自行或委托报税之代理人办理税籍登记及报缴营业税的规定，并提供业者简易线上税籍登记及线上报缴的机制，降低业者依从成本，彼此国内外业者税负的横平。第三，增订报税代理人未依规定代理申报缴纳营业税之罚则，避免以受委托办理报缴事宜之代理人代理办理，影响跨境电商业者信誉及国家税收。那预期的效益呢？为了顺应国际趋势，赋予跨境电商业者来台办理税籍登记及营业人及营业税纳税人之法据，报缴原属个人买受人应缴纳的营业税，以收简便稽征，掌握税源及维护租税公平之效。以上报告，敬请各位委员会指教及支持，谢谢。好，谢谢许部长。在开始询答之前，先做如下的宣告：每位委员质询的时间有8分钟。然后得延长2分钟，上午10点我们截止登记。接下来我们请登记第一位的黄国昌委员质询，黄委员请。哎，谢谢主席，麻烦有请许部长跟国有财产署曾署长。哎，黄委你好。部长请。哎，部长好，署长好。今天呢、所提出来有关于营业税针对跨境电子商务，财政部所提出来的这个法案，能够兼顾到
有关于租税的公平，那特别是保护啊本国的厂商免于国外的业者，因为他们不用缴赋税所形成的不公平竞争啊。对于这个修法的方向跟财政部所提出来的法案，大致上面的内容啊，我都赞成。那事实上这件事情，我在4月27号质询前财政部长的时候，我那个时候对于财政部所提出来的报告，我事实上是非常的不满意啊，因为你可以看得到哈，包括了说境外营业人的税籍登记、国内税务人代理的申报，以及规定报缴营业税，那个时候都是根本都没有提到，或者是还是说还要再研议嘛。那你们今天所提出来的这个法案，基本上规范的方向已经跟欧盟 OECD 那边接轨，那也跟去年日本、韩国他们整个修法的趋势啊做结合。那这件事情我要给财政部肯定，就是说希望部长未来在针对有关于租税公平的改革的时候，展现出新的政府应该有的魄力。我相信绝大多数的委员啊，应该都会支持这样子啊改革啊的方向，希望部长能够继续的往这个方向啊努力。谢谢。那第二件事情呢、啊，是我在11月7号啊曾经质询啊国有财产署啊，讲说我们在北海岸太平洋翡翠湾那一边，人家去占用国有的土地，然后设路栅当路霸的状况。结果我说过吼，一件事情我只要开始追以后，没有一个结果，我是绝对不可能停止。那我后来不断的去观察那边的状况啊，发现这个业者他们已经开始拆除了前面那个拦路霸的状况，所以第一件事情呢、啊，我要给国有财产署积极的办理这种无良的财团占用国有地，然后当路霸收钱这样的行为。我会觉得国有财产署在这件事情上面的表现，整个的反应的速度啊，跟我一般以前过去对行政机关啊的看法，事实上展现出相当的效率性啊。这件事情我也要予以肯定。不过下一个状况啊，是署长，你知不知道后面啊违建喷水池它拆除的状况跟它的进度现在怎么样？目前据同仁反映，他才开始在拆哈、哦。那同仁大概今天也会到现场去，那就是因为整个沙滩的部分，我们要求如果拆除的话，要比照上一次委员关心一样，那个救国团的金山海水浴场一样，所有的废弃物我们都要经过，所有的沙滩我们都要检视有没有掩埋等等。好，来，署长，我告诉你啊，是，我已经去看过了。我过去这段时间啊，都在那边观察他们到底是怎么搞的。这个喷水池的部分啊，的确开始拆了。问题是啊，我给署长还有部长看看啊，他们废弃物是怎么清理的。来，请放影片。署长，你有没有看到？是，伊迄物件拆了后安怎？你知影无？全部把你囤到啊，本来的那个池里面啊。那个地啊，如果是私有地的话，那只有涉及到有没有违反环保法规的问题啊。他现在把那些废的东西啊，全部都倒到哪里？倒到国有地的土地里面，倒到国有地的土地里面啊！来，我给大家看一下。当地有居民啊，看到这个状况看不下去啊，跟我们的新北市政府检举啊，结果我们的新北市政府说什么？说稽查的时候，业者正在进行清运工作，已经请业者尽速清除，他叫大家不用担心啊，就是我们派人去看啦，啊，看的时候他都有在清理啊。那换句话说，这件事情就是新北市政府摆烂，
没有打算要继续处理的意思就对了。那你今天哈，如果你派人去的话，署长我给你看看了，你会看到的状况啊是什么？你会看到的状况是，它上面都给你填得干干净净，那个土都铺得平平的，没有问题啊。那问题是什么啊？问题是金玉其表，败絮其中啊。那个土下面啊，全部都是他本来自己要尽到废弃物清运责任的业者，结果他竟然没有去做这件事情，全部埋在国有地里面。署长，这件事情你们打算接下来怎么处理？报告委员，这样子初步来看，他已经违反废弃物清理法，那我会请同仁告发移送。如果新北市政府他还是不理呢？我想国有土地的部分，至少我们还有一个民法的关系，我们要要求他一定是要这个清除完成，然后返还国有土地。我想这个是刚刚是行政法的部分，那民事法的部分我们会有这样要求。署长，你可不可以承诺？因为你这件事情哈，到目前为止国有财产署的表现，然后我可以对你们有信心。就是该做的事情你们都有去做，但是你们可能限于人力的关系，没有办法每一件事情呢去追查到那个业者他到底实际上面是怎么做的。那当第一线的民众发现到这样子的状况的时候，跟我们的地方政府反映了，结果我们的地方政府竟然摆烂了，草草了事啊。所以我有去看啊，看他们都有在运啊，然后对于这种废弃物随便乱倒的情况完全视而不见。你们到时候土地拿回来了以后，你们如果没有发现这样的状况，你土地拿回来以后看起来表面上面干干净净的，没有问题，好像清理干净了，但是事后什么？事后是不是还是一样拿纳税人的钱？是的。你是不是还是拿纳税的人在帮这些业者擦屁股？是。这个事情哦，署长，我对你们执行到目前为止我是有信心啊，但是我希望这件事情后续上的处理啊，国有财产署能够继续的展现魄力，对于这种无良的业者，清运的每一分每一毫都必须要由这些业者负担，把它清得干干净净的，那我们的国有土地拿回来的时候才会是一块什么？才会是一块干干净净的国有土地。署长，朝这个方向跟大家承诺，朝这个方向努力去办理，好不好？好，我会后是不是麻烦委员把那个资料给我们？我们有这个资料，马上就可以来该处理的先处理。没有问题啊，我今天因为你们今天去看了、吼，是你们只要派人那个头吼，你稍握一下啦，拿一个铲子铲一铲啦，你就知道那里面都带什么东西，全部都带笨手啊。是啊，你如果说需要他们这样乱倒废弃物，想要去蒙骗公家机关的证据，没有问题啊。今天我秀给署长还有部长看的，只是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剪一小段而已啊。是，你真的去现场看那整个施工的过程啊，真的触目惊心啊！这样子的业者，政府一定要追究他的责任到底，这样好不好？是，好 ，OK， 好，谢谢。好，谢谢黄委员，嘿。接下来我们请吴秉睿委员质询。吴委员请。主席麻烦请财政部许部长，许部长还有赋税署李署长。李署长请。委员您好。部长早哈，还有署长早。我们今天要提这个修法哈，本席原则上是很赞同的哈，因为我以前一直在追说跨境电商到底收了多少税啊，也一再的要求说你们有没有实际的统计数字，这个之前两三次的质询过，那当然统计是有困难的，所以到现在你们愿意做这样方向的修改，我是尽表赞同，但是仍然有几个点是要跟您请教。您现在的这个条文来看，境外电商应自行委托自行或委托代理人申请税籍登记，是采业者必须主动登记吧，对不对？对，基本上倒过来讲说，如果业者不设立税籍，那你有办法科吗？当然是也有办法科，但是呢，那个难度会比较高。对，那现在就像发生这样的问题，他不来设税籍，那你
你是要希望他主动来设啊，他如果不来设，到时候你执法的这个困难你要如何去克服？好，我想第一个啦，因为跟委员报告，我们为了这个跨境电商啊，总共办了6场公听会，是在5个国税局还有财政部办的。那这些大部分的跨境电商啊，也都来参加这个座谈会。是，他们说，假定修法完成以后，他们愿意来配合，因为这些跨境电商，我相信大部分的跨境电商愿意来，因为大部分的跨境电商相当规模嘛，哈，是，也有国际声誉。我现在当然是在谈这个，当然就是特例的状况。是是，有一两家，他就觉得他不。坦白讲，他就对于你中华民国的法治，他没兴趣，他也不想。其实我们那跨境电商那个营业税哦，刚刚看到那个附表，因为我们的加值型营业税是世界税率最低的国家之一嘛，对对对，所以其实我们的税率是最低的。那当然低有低的好处了，就是国内的消费者负担的也少，但是对于这个能够收到的税收也少，但可以有更多希望税收低有更多的税率低有更多的商业行为，那少数的。一两家如果不来你怎么办呢？不来登记你怎么办呢？这一部分呢、啊，当然第一个我们要掌握到金流，金流以后呢，当然我们才可以发单，但不来以后，因为发单这个就比较困难，要委托外交部啦，对该国国外送达以后呢，我们再移送给行政执行署去强制执行。那行政执行署如何强制执行他在外国的财产？哎，没有，他现在在国内不一定有财产。对，在国外财产有困难，那现在就是说，这些跨境电商一定有卖出去嘛，他一定有刷卡之类的，是，所以说我们到时候从金流上面给他扣款，查封他的金流吗？不行，一定要在强制执行以后了。对了，我知道，就是说行政执行署强制执行之后是查封他的金流吗？对对对对对。哦，是要我们国内的金融机构协助你来处理这个工作。对，当然最后还是要行政执行署。我知道。那国际，那我们台湾的这些金融机构愿意做吗？这个因为等于说由法务部行政执行署来做这种动作，它已经造成欠税嘛，所以说应该一定要这样来处理。所以你是认为台湾的金融机构是会配合？因为金融机构如果不配合的话，我们金管会对他也有类似的案例的，还有方法了哈。对对对。好，那再请教你，境外电商的电子劳务销售要不要开立统一发票啊？这一部分的国外的部分呢、啊，跟委员报告，因为现在当然了、啊，因为是逆向课税，所以说就没有发票问题。我是说你改了之后呢？改了以后了，当然我们短期间呢、啊，因为这些跨境电商当初办座谈会的时候，他是要求了，希望应该是希望。说短期间呢、啊，让他们先建立制度，因为这个他们开收据是绝对没有问题，因为在世界各国啊，因为跨境电商世界各国都做这种生意嘛，他一定有会开收据，但是呢，要配合我们的统一发票这个整个平台制度的话，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所以好，那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将来的长远目标是要开立统一发票，统一发票的这个编号的取得。这个对他们的流程上面有没有困难？你们的处理上、我们事先一定要先沟通一段时间，正如同我们国内就好了，国内我们业者啦，他当初没有使用发票，所以我们其实都有一段辅导期间呐，都有辅导期间。那未来当然我们希望这跨境电商本身的电子能力因为比较强，所以开的时候希望就用电子发票，直接开电子发票，直接开电子发票，因为这上面流程会有交易顺序的问题啊。是不是会有这方面的困难？对，这一方面呢，一定要来克服。就是说，当然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希望他们也，因为其他国家没有这种制度统一发票嘛，但是他一定会开收据。但是我们希望一个辅导期间呢、啊，让他来慢慢建立。因为你生意做大以后呢，你要配合我们国内的一个税法规定啊，来配合。好，那我就用个案举例了哈。是，署长你也知道阿勾达这个争议。争议很久嘛，那 Agoda 的困难就是说，它是一个全球的订房的观光业订房的一个网站。那照理来讲，我们虽然 Agoda 跟国内的这些饭店，无论它签什么契约，因为这个订房都是在上面，都是在网络上面缴订房的费用，所以其实第一个收到费用的是 Agoda 哦。所以阿高达照理来讲，依法来讲说，他开立多少发票，他收多少钱，他应该就要开立多少收据也好了。现在如果没有发票的话，要开立多少收据嘛？然后阿高达之后再来去给他的这个饭店的订的房间多少钱，
饭店的发票应该是要开给阿勾达，那饭店收到多少钱，他缴多少营业税，缴多少税捐，我想这样子的方向你应该是赞成的嘛？包委员，其实我们现在规划的方向也是往这个方向来规划。那如果将来我们这个法令通过以后，事实上阿勾达他来这边涉及税，设立税籍登记以后，他其实就是应该按照，如果是全额收入是由他来取得的话，他是要按照全额来报缴营业税。这个刚刚这个讲法在逻辑上才是正确的，因为我们以前为什么会出现阿勾达这个案的争议，就是因为你以前用逆向课税啊。所以你要从饭店这边追，然后说哦，这个里面是不是阿勾达是居间，然后是中介费用，所以饭店得到了全部的钱，然后饭店留一部分，然后再付一部分给阿勾达，这个想法是错误的。你要从金流的方向，第一个拿到钱的是阿勾达，阿勾达分给饭店多少钱，是饭店要开发票给阿勾达，而不是阿勾达开 发票给饭店。是这个要弄清楚。如果这个弄清楚了，过去的那些争议就自然消弭了嘛。对，其实也跟委员报告，过去的争议我们也会往这个方向来研究解决这个方案。那这个方案目前我们在积极的研议中，应该近期就会做处理。是没有错。那么多饭店业者，这个还有这些工会跟我陈情，我们以前都秉持一个概念，就是税法上的基本概念：我拿到多少钱，我开多少发票；我拿到多少钱，开多少收据。这个原则下去给他看这件事情的话，在我的眼中其实是没有争议的。以前的争议的发生是因为我们对跨境电商你要采逆向课税，所以你去做了 不符合实际状况的推演啊。我这样讲你了解吧？所以我希望你这个事情要尽快了，不然这一件事情从陈情到现在多久了，快要一年了，结果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还挂在那边啊。那一些被查气的那些饭店业者啊，心里七上八下，他们最大的抱怨是我没有拿到这些钱啊，为什么叫我开这些发票，那为什么这些要算在他的头上。所以这个事情从今天的修法，这个今天你们提出这个修法，这个方向我很赞成，因为这个方向正足以厘清我们以前发生的这些争议，那就会回到税法的原理，谁拿到多少钱，他应该开立多少发票，他应该开立多少收据，而不是去推测说 你不应该只发这个发票，因为你应该是整个所有的流程都是你包，然后哪一部分是你的，哪一部分不是你的，然后叫人家开全部的发票，这样子的想法是因为你逆向推的结果、啊、好不好？虽然阿勾达跟饭店之间，因为外国业者他也不知道台湾的民法的这个有名契约，什么居间啊，什么中介啊，什么这样子的，他不太了解台湾的民法嘛，所以定的那个或许有解释的空间，可是从回到原理来讲，谁拿到多少钱，开多少发票，开多少收据，这是必然的啊，也不应该为他没有拿到的钱去负责任嘛，好不好？好，所以希望能够也赶快解决这个争议，修法了之后更符合这个争议可以解决的原理了哈。好，谢谢。好，谢谢。好，谢谢吴委员。接下来我们请曾明忠委员质询，曾委员请。好，谢谢主席，麻烦部长。哎，张伟你好。好，部长好。什么时候金管会李主委要去拜访部长？礼拜五。礼拜五。对。初步的议题是什么？初步议题有两项啊，是一个是有关于当冲的部分，是另外有关于鼓励课税的问题。对。因为林权院长在12号的时候接受广播媒体采访的提到，他希望上市的交易量能够维持在1000亿。另外，他也提到了为什么现在交易量少，是前一波正所税的事件让整个大户出走之后还没有完全回来。那就这两个事情，部长的初步的想法是怎么样？我想。鼓励课税部分呢、啊，我想我们，行政院呢、啊，财政部呢、啊，应该5月一定会提出一个修法案。OK， 那有关那个当冲的部分呢？当冲的部分呢、啊，我想我们当然了、啊，因为这一部分呢、啊，我们也要请教金管会，因为它是有构想，但是我们希望啊，
因为很多国家都有实施当通制度，那当通制度里面这些国家有实施证交税或者印花税的，他们对当通有没有特别的规范？这样子。OK， 您讲的是香港，所以我希望部长在考量这个时候了，要注意除了租税公平、财政收入以外，也要考量整个资本市场、股票市场的发展的情况。会，我想这个因为金管会本身呢、啊，那税当然是我们财政部主管没有错，但是整个量它部分呢、啊，好，因为量放大之后了，其实到时候其实证交税也会增加，不一定会减少。另外有关今天的营业税的修正草案，我非常赞成，尤其上会期。也就电子商务课税的问题，我也提出相关的质询，乐见今天的相关的法案能够通过。那这法案提到了，就是以后呢，跨境的电子商务假设销售劳务给境内的自然人的话，纳税义务人是自然人，这是有关劳务的部分。那货物的部分呢？货物的部分呢，就是比较现行的，那假定。他在国内有固定场所，那就固定场所来报缴。对，就是还是透过海关的部分 去做查。啊，对，假如是海关进口的话，对。是是，好。另外问题跟你讨教，假设这个法案修正通过之后了，预估可以增加多少税收？因为我坊间的新闻或者杂志的报道，类似的业务可能有300亿到500亿之间，那你预估？这个修法通过之后，一年可以增加多少税收？好，跟委员报告，目前我们大概整个 B2B 的，目前大概有875亿左右的营业额、销售额。多少亿？875亿。B2B。对 ，B2B。800多亿。对，那 B2B 我们的估计上算起来的话，大概有40几亿。但是我们因为这个是劳务的部分啊，是整个 B2B 嘛，对，所以说是 B2C 的部分。对，我们出估了。大概以20%来估算的话呢，大概可以预估增加9亿。OK， 个人的部分增加9亿。对。那现在 B2B 增了多少税？大概有40几亿。OK， 所以一年以后整体来看，会有将近50亿的税收左右。大概慢慢增加，因为它这个建立制度以后了，其他跨境的电商，他也会来看看我们国家，因为第一个已经修法完成了嘛。对。这样子。那而且。您的报告里面提到，包括韩国、日本，相对都有这种类似的制度。他们大概目前呢、啊，在韩国、日本登记的大概有50-60家。OK， 哎，跨境电商。另外跟你讨教，现在 Uber 到底现在怎么课税 ？Uber 部分呢、啊，当然它主要就是因为第一个交通部认定这个宇舶它其实是一个。Uber 在荷兰有两家公司，对，其中一家的子公司啦，那他认定宇舶啦，这个是在台湾境内从事运输服务的，对，所以要就他的佣金来课税，对不对？不是佣金，因为目前因为他认定他是提供销售劳务了，他已经提供劳务了， okay， 所以全额哦，全额课税 ，OK， 对，另外所以。报章杂志登到现在就是在11月6号有2笔税单了、啊，大约这1亿多的金额。那我另一个问题讨教，司机要不要课税？司机部分呢、啊，当然也要课税，只不过因为司机的部分呢、啊，因为第一个金额分散，金额比较微小，对，所以节目我们还是有追，不过绝大部分都是在免税范围。OK， 原则上要课税，只是说呢金额。太小，税务行政上有他必须克服的地方。对对对 对， 对。OK， 好，接着下个问题跟你讨教。LBNB 部长有没有听过？有。总部在哪里？总部啊。总部啊，在旧金山。美国旧金山。在美国旧金山，他现在全球已经有超过191个国家，34000个城市。应用了200万个房间，到最新的资料已经有6000万人口使用 Airbnb 的相关服务。是，部长，它也包括在台湾做相关的运作跟营运。是，有没有课税？这部分呢，目前是还没有。那因为这部分未来，它假定我们跨境电商通过修法以后，它也要来涉及课税。
现状假设是假设现在还没有修法，能不能像 Uber 这样课税？目前没有，因为目前是逆向课税嘛，买受人来缴税啊。对对，所以课完之后，就是营业这个营业税法修完之后，对，您就可以财政部就可以课到税。对，因为我们因为他们这些其实很多跨境电商，刚才我也报告过了，很多这些跨境电商啊，他在我们座谈会的过程中呢、啊，他们很希望按照税法规定来处理。所以您的座谈会里边。Airbnb 也有来，有 ，OK， 像一些 Agoda 啦，或者是 Booking 啊，其实跨境电商也很多都来了，都来了。所以以后，假设这个营业税法修正通过之后，那要向谁课税？就是涉及登记那个，这家厂商来课。对，对，就假设 Airbnb 在台湾设的税务登记。对，就要向他扣税。对，那另外问题，出租房间的所有者，屋主要不要扣税？这个当然也要啊。尤其他假设是长期出租的结果，他不会像 Uber 所得那么低哦，所以这部分也会创造相关很多的税收。对，因为他这样子透过这个所谓 Airbnb Booking 了以后啦。等于销售一定会增加了，会增加了，没有错。另外，我跟不管这电商啦，你看部长很清楚，网络化的结果，电子化商务发展的结果，你刚刚讲要课这些税收，最重要点要掌握金流。对，这个是，所以您提到，你也充分理解到金流是一切课税最重要的基础。是，所以要再一次的呼吁部长，您要强化。相关电子商务的电子支付的采行相关的措施，才有办法掌握所有电子商务跟跨境的业务的涨课税资料。是部长，这个我们也谢谢金管会了，因为前一阵子我们修这个营业税法的时候了，同时也把信用卡这个载具了也可以列入支付的工具，那将来也可以开电子发票总统了。对，那就财政部的部分。你推动电子支付部分有没有更强的措施？具体的措施是什么？这一部分呢、啊，当然了、啊，除了电子发票部分呢、啊，就是说我们也要配合，就是等于增开一些奖项，等于电子发票奖项。对，那初步规划的结果是多要多几个奖项，金额是多少？能不能在这个场合跟大家做说明？报告委员，目前我们就是初步修正的方向呢，我们是把那个100万元，就是电子发票中100万元的奖项呢，目前是10个，我们会提高到原则上有一个上限啦，但是这个可能要看明年统一发票的经费再来规划，但是我们目前会提高到50个，然后另外那个就是200元的奖项，我们是从8000个提高到16000个，但是这个是上限。未来是不是会达到这个组数，还是要看那个整个那个明年统一发票经费的情形，我们再来规划。好，但是势必会调高。所以简单讲，就会提供相关奖项跟诱因，来提高电子支付。是。好，谢谢。好。好，谢谢曾委员。接下来我们请赖世宝委员质询。戴文清，好，谢谢主席啊，主席，各位先进，请一下部长。赖文你好，部长你好，这个我知道你正在准备推出啊新的税改的方案哈、哦，是。明年四月份嘛，哈，四五月左右，只有一项鼓励分离课税的事情吗？主要是鼓励课税，因为那个牵涉问题很广。其他没有吗？其他？其他的，你原来念之在之的院长交代的，比如说这个什么外资跟哦有那是有人才，因为鼓励课税，因为目前大家所在意的就是说。现在外资内资课税不一样，
因为外资的话扣缴20%了事，内资的按点进来课税哦，5%-45%。那你现在确定要内资也要比照外资吗？现在我们还在规划，还在规划。方向是往这个方向。尽量能够两个的税负了，尽量一致了。那外人的高薪的问题，还有高薪的，这样说为了要什么延揽人才啊，所以要高薪，这个要分离课税，这个案子也定了吗？不是，外籍专业人才部分啊，跟委员报告，本来我们准备修所得税法，后来呢，行政院国发会啊，他本身立个专法，就有关吸引外籍专业人才的部分啊，有关移民啊，各方面的环境啊什么。都放在一个专法里面，所以那个条文就放在那个法里面。所以你不修了？我们不修，不是在那个专法里面修。那一部分就是这个薪资方面要分离课税。没有分离课税，是不是？我们给他优惠。啊？什么叫优惠？就减半课税。那什么叫外籍人士？怎么定义呢？这个东西有，会不会我们在这里也跑出去也当外籍人士？没有，里面一定有规范。在因为专法里面呢，因为它不只定到税的部分而已，另外有关移民，有关这个这个部长啊，我是提醒你哦，是你不要弄一个这个假延揽了，这个增减税哦。我想不会，或者增漏税哦，因为其实这个老百姓不一哦。对，我想，因为你这个漏洞一开哦，说我这里可以减半，这个诱因很大哦。对那些有钱人来讲，高薪来讲的话，那一些人哦，他就想办法变成外籍人士哦。你要防这个东西哦。因为是三年而已，三年。你要防这个东西，對對對對對，先跟你讲哦。我想里面呢、有关国发会所规范里面一定有严谨的规范。好。今天谈到电商啊，大方向我们是支持的啊，电商课税啊。那你刚才提到说，这里面大概可以增加9亿啊，什么之类的。对对对，初步开始。这个，请问你有在用智慧型手机吗？有啊。你上过 APP App 吗？有没有？比较少。对，还是 有没有在 APP 买过东西？我用电子支付，用电子支付买过东西。啊，你有没有买过那个什么贴图啊？没有买过贴图啊，或者是买过玩具啊？没有，贴图没有了。贴图没有。我说玩具就是那 game 啦，我晓得。没有，我要强调真理，我不是跟你聊天了，我跟你讲一个东西，很严肃的问题。是。你现在是针对实体课税嘛？对不对？对。软体课税没有啊？有啊。你 APP， 我一买就出去了，你怎么课呢？所以说，因为目前没有规范，目前是由买受人缴税嘛，逆向课税嘛。所以未来修正以后，不是所以说我买出去，我下载一个，对不对？我下载一个，比如说以前的 Angry Bird 比较老的，或者现在的什么呀 Pokemon， 我下载一个东西，如果要付钱的话，这钱就过去了，你怎么知道我买？对，所以说你怎么知道我买？请问你怎么知道我买？因为目前啊，未来就是鼓励他来这里税籍登记嘛，因为那个跨境电商，它不只是我们在我们台湾啊，全世界各国都有啊。你知不知道已过的双十一哦？对，1111叫光棍节哦。是。一天的营业额多少？你知道？要阿里巴巴一天营业额多少？你知道吗？对，因为他你一天多少？你知道吗？你知道吗？几千亿的吧。我告诉你，1200亿人民币。对。台币大概6000亿一天哦。对，我晓得。这个、去年的双十一，台湾透过电商去买的。19亿将近20亿。对，这里哈，这些你都没课到税啊？没有，跟委员报没有课到税的这一部分啊，它有是包括货物，包括劳务都有。是，来，我先跟你讲一个东西哦，就是当我们你要涉及鼓励他来哈、哦，结果我们的政府这样子、哦，财政部就希望你鼓励进来，我要可以课税，对不对？结果旁边的部位偏偏不行，爱奇艺就最好的例子啊，爱奇艺。我晓得，给进来啊！我晓得，对不对？爱奇艺已经开始在卖了，他的方案有啊，对不对？每个月239块，三个月657，一年1999，已经开始在卖了。对，他在已经卖了，那结果说这边不可以啊，你不可以，你嘛是继续卖啊。没有。请问你要不要给他扣税？跟委员报告，这方面呢，爱奇艺他有3个代理人都在台湾，是找我们国内的固定商头做代理人。啊，你有没有扣税？这一部分都有扣到。啊，都已经扣到了，都有扣到税了。这个很像我们在统一发票一样哦。你不准他设公司，可是他营业行为你也把他扣。不是，这吊诡吗？这个没有，因为你有销售货物劳务，你不能。有销售劳务嘛？可是我不给他进来啊，
不是很奇怪吗？他这一部分啊，没有很多像外国影片这些大陆影片，他还是有配合进来的，那不是说不准他进来了。现在这些影片啊，这投审会已经否决，我晓得是投资影音那一部分的业务不准他进来而已，但是他本身大陆的一些包括影片啊，还是有进来啊，哎。像琅琊榜啊，那些都这个我听不懂啊！你说影音不给他进来，然后到了影片进来，这差别在哪里？我听不懂啊！这个东西影片有进来这里，他不是有。我先跟你讲了，他现在有付费的方案，每个月239，三个月657，一年1999，是已经在营业了，而且生意做起来了。这一部分我这一部你也已经课税了，都有课税。然后你说不给他进来，我听不呢？我们对不对？政府打回去了，不给他进来，要关起来啊？还怎么样？没有，这一部分确实他在台湾有透过代理人来从事销售劳务，当然我们还是要掌握税源，要课税啊。这个我还是我没有听很懂了，我不知道我们的支持鲁顿了，是不是？你说不给他进来，他透过代理商已经在这里了，啊，营业就不给他，因为这是完全是一个你要讲意识形态的东西也可以了哈，或者要求对等开放也没什么错，而你不给我的过去，我不给你来。是不是？可是他已经来了，而且这个东西啊，影音的东西，你去装，你现在在你的 App 里面按一下，爱奇艺一按啊，就在这里面一装就装起来了，都不要钱了，我只要不要付钱，免费的我都可以看了，都已经进来了，我就不了解这个挡要怎么挡了哈。结果你现在也开始课税了，某种程度你已经承认他这里的营业行为，他要课营业税啊。难道不是吗？跟今天有关系啦？不是啊，投资不让他进来，但是他今天有来找代理人从事这代理业务。所以我知道你意思啊，就是说他的正式的资金不可以来，但是透过这个销售管道，这些什么 retailer 对不对？这些第四台的他给他卖，然后呢，这些我给他课税，是这个意思？对啊，因为譬如说在我们电视台播放南洋榜那些，那他本来就可以合法进来啊。这个合法进来吗？对呀、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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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有配合的。这个有点掩耳盗铃了。没有，部长这部分应该文化部主管了、啊，所以说我不能你听一听大家听一听嘛，这个对不对？你都知道他会进来，因为大家手机一按，那就有了，那、啊、就有了，他就已经进来了啊，进来了，当然要课税啊。对。啊，可是正式又不给他进来，这里面讲很矛盾哦。这个东西是非常矛盾的，文化部主管、啊、所以说我没办法带他打、啊、但是有关课税销售劳务的部分他确实有，当然我们还要课税啊。好，另外哦，我想你们今天有强调一个东西哦，政府鼓励都更啊、哦、政院技术绝招啊，不转手房屋税享过终身减半啊，你要不要解释一下这什么意思啊？没有，这一部分呢、啊、跟委员报告、那这个昨天是行政院听内政部一个专案报告这样子，目前第一个根本法律的草案都更条例内政部还没有送到我们财政部，还没有看到，它是一个构想，希望就是说自住的部分啊，房屋税部分尽量轻税这样子，因为在都更以后啦，房屋税一定会增加很多啦。其实我们都了解了，那都更老实讲真正问题不在这里啊，对吧？真正问题在于那个都更不了，在于说原住户现在文林院之后，大家自主意识抬高了，说土地正义各方面我不给你拆，我不同意不给你拆，造成很多的钉子户，我们没有办法处理，重点在那里嘛，对不对？这部分我想内政部了，那部分才是重点。会修法没有？他会修法以后，但是你这一部分他讲的这个税还是要经过你同意吧？不足财政部同意，而且要地方政府同意，因为是地方税啊。对啊，但是没有这个税率是我们定的、啊，中央定的、啊。没有，因为税法税率是你定的、啊，是没有错，但是税基才是地方政府啊。对，地方政府要同意啊，为什么呢？因为今天我们中央立法以后，那中央请客，地方买单、啊、买单不行啊，所以说要地方政府同意才行啊。所以不转手鼓励都跟不转手房屋税终身减半。这个政策还没定案，这个还没定案，还没定案，因为立法那个内政部的草案呢、啊，都更条例草案，我们都还没有看到。因为你还没有点头，不是没有点头，就是说基本上，因为现在还没有到修法的地步嘛，他还没有，只是他行政院听一个简报而已，只听个简报。你有接到行政院院会哦，
要讲讲，你是部长级的，地位是很高的啦，你要讲一下话、啊。这有关于税的啊，你要说要我大哭戏哇，讲的才算数啦、啊哦。你讲的才算数啊，不要旁边的人叫讲一堆，那个都是乱放话、啊。你要拿出来说，这是我的管区，你们不能随便放话、啊。要有啦，有经过我同意、啊、都有协调，都有协调。不能这样子啊，这方面都有协调、啊啊、你就告诉记者不要乱写，你还没有点头也不要乱写，弄人家就觉得哦，被开始被安内哦，不是安内哦，也讲了半天是空的、啊。空空如也啊！啊，部长是要硬起来，不要让别人一直讲，别的单位都说要减税，减税都要减你的税，然后你都是二愣子一样。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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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都有经过协调以后才同意的，而且要捏，而且地方政府的同意。好吧，因为地方税，谢谢。好，谢谢赖委员。接下来我们请余婉如委员质询，余委员请。主席、各委员早，有请部长。部长请。啊，议员你好。部长早哈，就昨天这个大陆的这个爱奇艺哈，中国大陆爱奇艺来台哈，遭投审会否决。对。那否决的三个理由，主要第一个是说，哦，觉得他们从事的是资讯业以外的这个服务。第二个理由是说，中国现在还未开放台湾的数位内容进入。是。第三个理由是说，台湾也还未开放哈，这个中国的影音的这种平台进来台湾，所以遭到这个拒绝嘛哈。对对对。那我们今天审这个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的营业税法的修正案，是，其实就是要解决这个跨境电商的这个落地跟课税的问题。那我就先撇开爱奇艺这个议题不谈，我想先请问部长哈，假设我们今天这个法过了，就部长所知，有哪一些这个跨境电商会来这个落地课税被课税？大概绝大部分的，因为跟委员报告，我们办的。对这个在办了六场座谈会，在五个国税局还有财政部办了六场座谈会，那这些跨境电商都有派代表来，他们很乐意，就是说经过完成立法程序以后，他们愿意配合各该国了。正如同有淘宝吗？这些都包括在内，都包括在内。好，这些跟委员报告，因为这些啊，包括欧盟啊，这个这些日本啊、韩国啦、啊，这些修法以后啦。跟委员报告，像日本、韩国啦，根据我们的资料啦，他们这些跨境电商在日本、韩国登记五六十家。是，那我想请问一下，我们现在如果这个明年啦，预计会课到多少税？然后被课的这个就是课税的税目哈，有哪些？是，大概我们这样出估了，就是说目前 B to B 大概有970几亿，这样来估，大概20%啦是属于 B to C 的部分。所以大概刚开始大概有九亿左右，九亿左右。当然未来一定会慢慢增加，因为第一个它市场，第一个已经建立游戏规则很明确嘛，所以说或许那税目有哪些嘞？税目大概第一个有营业税，有盈利税、所得税，然后后续或许有综合所得税。综合所得税。好，下一页。好，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说哈，根据媒体报道，事实上爱奇艺它非常的想要来台合法的登记。然后来课税哈，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说刚刚部长在预估的这个九亿的税收，跟已经这些名单哈，就是这个跨境电商要落地的这个名单里面，包不包含爱奇艺？这一部分呢，爱奇艺它目前现实，它目前它就是有透过代理人呢、啊、来从事他们这些业务，事实上他们也都有缴税。好，那他如果来这个台湾登记了税籍后，他说他要缴税嘛？那这个部长，就你了解，有没有额外的税收？你们有没有预估到你这九亿里面？这一部分因为目前已经有课税了，可能或许会多一些些啦，会多一些些，对，多一些些嘛，哈。对对。那我也很好奇，因为这个这个当初就是投审会在审这个案子的时候，事实上说要会商，就是财政部跟这个文化部嘛。那文化部这个意见其实很明确，好，就是说这个可能会冲击我国本土文化跟那个内容的发展。那我不知道财政部当初给的意见是什么呢？因为这一部分呢、啊，因为投审会它是这样子的，有不同的部会，譬如说主要是应该文化部主管嘛。他有反对意思的话，大概投审会大概就会不通过了。那财政部的意见嘞？那财政部本身事实上，你那不准他投资，但是我们这边目前现行的制度了，他就是有请营业，对对的，从代理人，他目前就有代理，就有缴税的嘛，所以说这块我们没有说反对的意思了。
你们没有反对意思吗？对对，所以我是不是可以讲说投审会挡了财政部的财路呢？应该也没有啊，因为现在他就在缴税了，所以也没有了。他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他就说不准他来这边投资嘛。是，事实上就说哈，我们已经发现爱奇艺事实上有代理公司嘛，对不对？也一直在做这个。有三家代理公司。三家代理公司，事实上这个他已经在台湾有实际营运的作为了，哈，你们也收到税了。那他今天要登记，想要多缴一点税，哈，但是我们今天修这个税法，也是基于说要让这个台湾国内的电商跟境外的电商有公平竞争的这个税负基础嘛，所以我们修这个税法嘛。那但是我就是不懂说这个逻辑是什么。我要修这个税法，就是希望把他们拉进来课税，但我现在又把他推出去，我不收他的税。不是，我们部长会觉得这逻辑很奇怪。我没有收税，因为今天文化部它本身有一些。我刚刚讲的是额外的税嘛，哈，他登记他的公司，他有他的时候，他原本要缴税，可他今天再来登记这个投资，他缴的是别的税嘛，这就是我们今天讲的跨境电商要落地要课的税嘛。对对对对，将来还是可以涉及课税啊。还是可以涉及课税，可问题就是说我们今天不准他来，啊、等于说我修这个法，但是我一边修一边又把这个要缴税电商推出去哈，这个逻辑真的是很矛盾呐、啊。我就问部长，你会根据这件事情跟经济部再去讨论一下吗？哎，这一部分我想就是这样子，沟通当然可以沟通，不过并没有影响到我们的课税啊，因为我们目前就在课税了，未来一样也会课税啊。是。可是我刚刚就在问部长嘛，那他如果登记他来投资，会不会另外缴额外的税嘛？那当然就是说税目是不同的嘛，对不对？那刚刚部长也说会缴嘛，好，没有关系，好，我们再先看下一页，这个是现在爱奇艺的哈这个网址，可以看到他虽然是说用艺月这个艺月这个传媒哈，但事实上他的这个网站就是爱奇艺，好，那我们再看下一页。那是他在这个104年12月的这个登记哈，那事实上已经在台湾做广告代理，有在营运。刚刚部长也说有课到他的税哈，对对。但是我们再看这个是在网络上面可以找到的这个网站，也是在贩售影音的服务哈，一样不落地不缴税照样营业。再来这个另外一个网站不落地不缴税照营业哈，再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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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这六个哦网站都是我们在办公室搜寻到，一样在做影音的服务，可能也有会员的服务，但是他没有登记，好、哦，然后一样照样营业。那我想请问一下说，说部长，你是不是会去了解一下这些公司能不能够来台湾涉及？对，未来我们修法通过以后啦，他就我们也鼓励他，也希望他来这边涉及课税，而且绝大部分，因为有当初我们办座谈会的时候。他们也很乐意配合我们国内的税法。部长是这样讲啦，但是我们今天已经举了很多案例给你了啦，就说税法修改是一件事情，但事实上我们没有办法，就算我今天挡在他外面，把他挡在外面，他们在台湾也实际在营运，有些你说你有课到税，那这些刚刚这六个我相信你是都没有课到税的哈。那我知道就是说这个税缴税这件事情是跟个别公司的隐私有关，我是不是可以请这个部长是不是先就你现在手边愿意缴税的这些公司好，然后这个包含这个加速税目跟金额这个资料可以给我们办公室一份。就金额可能有困难啦、啊。金额不，因为不能单独显示，对对啊，根据税金法规定，可能就好，那就没关系，就是把加速啦、税目啦，还有这几年的缴税状况给我们一份，好吗？好，就是金额不要显现出来，可以。好，那接下来我想要再继续请教部长哈，就说美国现在已经通过了所谓的 Digital Two Dozen。这个案子其实跟301有点像哈，这个条款就是说，他们现在是觉得说，未来美国的电子商务哈，电商公司在美国将是免税，国内是免税哦。他们去别的国家，譬如说来台湾 ，Apple 或者是说 Amazon， 他们通通都要免税。美国将继续推动这个部分哈，不管他参不参加 TPP， 这是他们未来的一个政策哈。我想问一下部长，财政部未来要怎么营运？这一部分呢，因为目前有关营业税部分呢，世界各国都是采消费地课税的原则，采消费地课税的原则。所以说这一部分呢，美国当然呢，未来可能这样子，但是事实上全世界各国对营业税课税都是采这个原则的。
目前是这样子嘛，不知道未来会不会改嘛。然后这个 Digital 2000已经在推了嘛，两年之后就开始影响全球各地了嘛，哈。那我所以现在在提醒是部长，你要不要因应啦？对对对。那今天我现在也很好奇，就是说像这个税法它过了之后，假设今天这些公司哦，现在部长都说他们都有善意，都想要做的合法，哈，没有人想要违法啦，我们可以理解啦。是。但是我刚刚也是举了六个公司都没有登记、没有缴税的嘛。那没有登记、没有缴税的话，部长你怎么处理呢？因为会不会罚他们呢？不，因为目前根据跨境电商，他是有买受人去缴税啊，所以他本身他现在就不需要缴税啊。可是问题是说，我们现在这个法过了，就是希望他们来登记税籍嘛。我的意思是说，他们如未来嘛，对对。可是如果你找到了他们，就像刚刚那六个公司，对不对？你找到他们了，他们不愿意登记，那是不是算违法？对，违法。那有没有罚则？假如我们有掌握到经由，我们当然一样要罚单，一样罚单一样就罚嘛，哈。一样一样要罚。好，那再下一个。那我再回到就是说，Digital 2000这件事情，哈，刚刚就是问部长说你的因应态度啦。那我现在就是说，第一个，我们现在已经要求这个境外的电商要来台湾，哈，落地，好，然后课税。那基本上是希望说用税基平等的方式来改善国内电商的发展环境嘛，这是我们的用意嘛，对不对？是是是。那我在另外一个问题就要问部长，就说假设我们更希望台湾的电商发展得更好。境外云端的服务是否可列为营业成本？那这部分没有问题啊。没有问题吗？那部长大概什么时候可以把结果，就是一个月之后可以提出来吗？目前现行应该就可以列为费用。可是现在就是有人就是有这个电子商务公司反映是不行的啊，是不是请部长回去了解一下状况好不 好？因为我们常常知道说政策颁布了，可是下面却没有遵行嘛。个案部分的，当然我也可以提供。好，我们再来这个做一个这个联系哈。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说，我们今天要求跨境电商来台湾要缴税，这个税收可不可以指定用于发展台湾的电子商务？跟委员报告，目前这一部分呢、是统筹统支，那。除非有像这个长照那个啦，有指定用途的，那但是呢，毕竟这个是取自于电子商务嘛，所以未来这个部分呢、是由经济部还有我们行政主席总处了，希望尽量，因为这个毕竟对我们税收有帮助嘛，因此呢，将来这方面可不可以用于发展电子商务呢？这部分可能经济部也好，或者行政主席总处。主计总处或经济部来提出嘛？对对对对对。好，那我们会采鼓励的态度、支持态度这样。感谢部长，那我也会督促这两个单位能够尽快跟财政部提出。谢谢部长。是是，谢谢。好，谢谢余委员的质询。接下来我们请卢秀燕委员。主席，请部长。部长请。刘伟你好。部长，这个礼拜五你要和金管会的主委见面，那你们两个同为阁员，近在咫尺啊，但是呢，好像这个天涯若，但是好像距离很远。那所以上个礼拜我曾经问过金管会主委，就说现在这个经济很不景气，那金融情势也很差。那你们两个见面啊、要干什么呢？他们就说，当然希望你们两个透过一些税制的一些改革，能够振兴经济情势。所以大家当然就很关心说，你们两个要谈什么？那上个礼拜金管会主委答复我说啊，说。见面不是随便见面，要好好准备题目。所以我就想知道你们礼拜五要谈什么？你们两个不会只是纯粹的盖棉被喝咖啡纯聊天嘛？不会吧？不会嘛？哈，不会喝咖啡纯聊天，聊是非，喝咖啡聊是非，不会嘛？哈，那所以如果按照上个礼拜金管会主委的讲说，他会好好准备来跟你谈。所以我想知道你们礼拜五你们要谈什么东西？大概他初步的是谈到两个，一个当冲的事情，另外有关。鼓励课税的问题是好，那这个当冲，所以这两个议题我们证实就是一个谈当冲。那基本上，他特别提到你是医生，他是病患家属，你是主导，所以药方要你开啊。那么也因此你责任重大。那也因此呢，如果是当冲的话啊、当冲免税的话，那你是不是赞成呢？我想这样子的，我想这个当冲的制度了、不是只有台湾才有。
很多国家都有。那这些国家当中呢，它也有课证交税或者类似印花税这种性质的。因此当然呢，因为我们收集资料可能很有限，当然我们也希望能提供一些资料，就这些国家当中的有没有特别一个优惠的措施。那如果金管会提供，所以金管会今天有人在场，好好听一下部长的态度。如果说金管会提供不出其他国家有类似的制度的话，你就会反对吗？不是反对，就是说你要审慎考量，因为今天提出一个对策出来以后，你要支持他的一个背景在啊，对不对？否则的话，我想金管会。好，那金管会第一个要听清楚哈。如果当中这个净额扣税如果不能够免税的话，就是你们金管会责任，表示你们资料没有好好搜集。部长讲说，如果别的国家没有话，那真的要审慎考虑，这是一个哈。通常官方讲审慎考虑，尤其财政部长的话，基本上是偏向负面的这个意见了哈。那另外鼓励全额扣抵这部分呢，恢复全额扣抵，过去台湾总有例子啊。对，目前有关鼓励扣税问题的，当然牵涉到第一个，刚才主席那个委员所讲的这个两税合一的问题，另外还有呢就是外资内资的课税的问题，因为现在确实不一致嘛。另外还有我们中国所得税的税率，还有盈利事业所得税率问题，这些我们一并会来考量。这部分你的口气没有说审慎考量，你的意思就比较说，第一个有利可循。那第二个呢会综合考量，那所以这部分的没有，我们这个这部分五月份当初预定就是五月份我们提出草案，会提出草案就是恢复全额扣抵，不是对整个两税合一制度我们做检讨，是对对对，没有说要恢复到那个全额扣抵，没有，对这个没有恢复到全额扣抵，没有，但是制度会检讨，两税合一的制度会整个做检讨，对，另外还有包括内资外资怎么来课税，因为现在两个不一致嘛，而且差 那第三个，所以你们也会进一步谈到要把这个蔡总统所提的一个很重要的，还有林权院长所提很重要，把内外资的这个股税方面能够尽量拉到一致，是是鼓励了，对，尽量一致，尽量一致。OK， 好，那这样方向就蛮明确了。你们礼拜五要谈什么，我大概就了解了哈。第二个呢，哈，财政部很重要啊，因为都是通常别人在开支票，什么经济部啊、金管会啊在开支票，然后内政部在开支票，你要负责买单呢、你要负责买单。所以内政部呢最近又开了个支票，说为了要推动都更啊，所以如果说这个屋主没有移转，那在自住期间的话，那房屋税永久减半，只要他房子不移转的话，不买卖的话，那他永久减半。请问你赞成吗？跟委员报告，我想这一部分呢，就是说，因为是昨天呢，行政院听内政部的一个专案报告，那目前内政部还没有提出修法草案出来。那当然我们会朝着说，因为都更以后呢，房屋税确定会增加，所以这一部分房屋自住的部分呢，房屋税部分呢，一定可以减免，就有空间去减免了，因为你认为税负会增加，税收会增加，所以就有空间减免。所以你这部分听起来你的口气是乐观其成，当然但是有到减半吗？有到减半吗？因为现在内政部希望提听他们这口头上的说明，他是采取减半，你也可以四分之一，也可以三分之一嘛，哈，或者是15%的优惠啊。那你现在额度是还是乐观其成是减半？跟委员报告，目前现行制度了，就是房屋税了，减半两年了，目前现行就这样子。当然这个两年要延长多久这一部分的话呢，未来我想这个内政部会考量，主要是朝着自住能够让它清税，这个是方向，应该是总而言之这个东西你就比前两个问题你就更乐观其成。这一部分当然因为这个不止财政部要同意啊，而且地方政府要同意，因为这牵涉到地方税。 好，谢谢。那另外哈，这个电动车产业，因为台湾的这个要发展电动车产业就是节能减碳嘛，可是呢到现在为止业者投入这么多的研发成本，然后到现在为止也没有很成功，因为它本身成本太高了。所以过去呢3年我们是采取电动车免货物税的一个制度，那因为马上要这个落日了，所以请问我们这个财政部是不是还是基本上鼓励这个政策，这个优惠制度会不会再延长？跟委员报告，因为这一部分是产业政策，一定要经济部要同意，要继续推动才行、他如果同意的话你就乐意，他只要
同意推动的话，我们会支持。好，谢谢你第四个很具体的答复哈。另外一个，我今天有个提案哈，跟前面几位委员的关心都一样。对于你们要对跨境电商课税哈，我是乐观其成，应该要做啊，有课税总比没课税好。是。可是呢，刚才从很多委员跟你询答当中，你也知道，要课税也有它的难度在。第一个，他愿不愿意来这个落籍啊？那第二个，他有没有诚实申报啊？这个都很重要。是。所以我今天有个提案很重要，就是说要求要业者要确实开立发票，像 PC Home， 你跟他网上购物，我自己就是 PC Home， 常常为什么？因为我是个职业妇女，没有时间去买东西。我说那他就要开发票给我啊。那也因此呢，要求他确实开发票。可是你就会想，他不来涉税籍，我怎么让他开发票？你一定要啊，因为你刚才提过啊，如果他不来涉籍，那你就要重罚。那你怎么知道他有没有在销售行为？那当然你就要告诉民众，因为当初财政部发明统一发票的制度啊，就是希望全民当你们的查税员，透过民众他索取发票可以兑奖的热忱，然后来帮你们查。所以呢，你们一定要好好利用这个制度，就要让民众养成，就说啊，我要像 PC Home 一样，我要拿发票，不无小补啊，中两百块钱也好。然后呢，你还应该要把中奖的额度啊，移到跨境电商。譬如说，你们现在如果是统一发票，是采取电子发票的话，你多开几个奖项在那个统一电子发票上嘛，鼓励大家用电子发票而不用纸本发票嘛。同样啊，你刚开始为了鼓励民众向电竞这个跨境电商索取发票，所以呢，你应该把一些奖项多开几组给他。如果刚开始这一年三年当中，如果你是下载 LINE， 你是用那个Trivago 的，或是你是 AMA 的，或什么，你只要买什么东西，通通可以拿发票，然后中奖机会比买别的东西还多。有阶段性的话，那民众积极就会想，然后呢，如果他不来涉及你，但是你可以砸到什么东西。如果民众期待拿发票的话，他就会第一个他来给你检举，你就会说，哎，你为什么没，你来做生意为什么你没有涉及，你就可以罚他，不然你去找谁呀？大家在线上交易来交易去，你也查不到。那因此你谁涉及谁不涉及，你搞不清楚。所以呢，如果这个制度，民众为了要索取发票，而且可能中大奖的机会蛮多的，那他就会勇于跟你检举，那你就知道他有没有涉及。第二个，涉及有没有诚实申报，你也不知道。他虽然有代理人制度，或者他自己申报，也不见得会诚实啊。那但是呢，你只要给我抓到一些你没有报的话，那我就给你重罚。那全民就会成为你的税务人员，所以你们一定要好好用这个开立统一发票这个制度，而且应该把开奖的组数以及大奖啊，阶段性的放在跨境电商这部分，鼓励业者，要求业者确实落实，让全民来当你的征税员，你赞不赞成呢？这部分大方向赞成，但是跟委员报告，因为这是跨境电商，这些跨境电商到很多国家都有办登记，税籍登记，但是他们都是开收据，他没有开发票。所以这部分的话，我想我们是未来一定要一个辅导期间给他们，因为他整个制度要改变，因为他开收据一定会开。这个我可以认同啦，就要给他辅导期限嘛，因为他整个电子软体都要重新设计，原来开的是收据，现在改叫发票，中华民国的税法嘛，所以这个我赞成。是，但是我刚才讲的，你要有诱因让全民让查，我想这个税这没有问题，因为其实跟委员报告，有关金流部分我们大概都可以掌握到，就像现在发生最近 Uber 这个问题啊，其实我们金流都可以掌握到，没有问题，他们也会诚实缴税。那现在透过这个发票制度，我想是可以，不过一定要有一个辅导期间，因为当初我们都要办座谈会的时候啦，他们很主张啦，因为你今天他到其他世界各国只有收据，他一定会开收据，他没有说开发票。最后三十秒，我想请教一下，你们这次帮那个新加坡运这个战车啊，你们运出问题来了，这个不是，结果这个运到香港去，结果被查扣。那当初呢，香港说你们没，香港就说这个也没有过境或者是出口许可，那政府在协助新加坡运这个东西都没有经过这方面的一个资料吗？就运战车也不是运一般货品，对，没有出口证明吗？或者没有任何的
当初的这个东西的设计吗？或者没有这样的警觉性吗？你把新加坡东西运到香港去，运到中国大陆管辖范围之内，当然会出问题啊。报告委员，这个是有向我们海关申报出口啊？这些货品是有向我们高雄关来申报出口啊？申请到出口到哪里去啊？出口到新加坡。那但是中间经过香港转运。哦，那个是他运送的途径啊。那就是新加坡自己的安排，还是你们的？你们没意见？这应该跟海关没有关系。那国防部也没有这样的警觉？国防部帮他们代训或者代运武器或者怎么都没有这方面的警觉都没有？你们在国防部在运，你们财政关务署在发现国防部在运这些东西都没有一些什么概念性或什么之类的？因为这种要怎么运送是由这个出口人嘛，那今天是国防部来申报，那由他们 来处理，这个我们是没有办法来介入的。好，那这个我想未来啦，政府是跨部会啦，政府是跨部会，关务署在有关于出口啦或者报关各方面是专业啦哈，国防部呢它是国防专业，他可能在官务不是专业，所以未来我想政府应该要加强了哈。那当然新加坡自己要负最大责任，因为他们自己的东西他自己没有妥善的处理，他会采取这条海运路线，很奇怪啊，很奇怪，等于是羊入虎口嘛。但是呢，因为我们希望跟新加坡保持高度的情谊，所以在这方面我们从旁多予协助是必要性的，我想这只是其中之一了。那双方的这个往来训练还有武器的运送可能都蛮密切的，这方面要继续的加强，好不好？谢谢。谢谢。请卢委员跟部长回座，有请王荣章委员。谢谢主席，主席麻烦我请部长。有请部长。哎，汪委你好。哎，部长早。部长，我想刚刚卢委员也已经有问过，我想进一步的能够来再了解，就是行政院我们在日前在都更条例讨论研修的这一个部分的话，大概我们决议的方向是加强参加的参与的意愿，好，那这个部分一定要有民众有相当足够的，就是说意愿，都更才能够成功。是，好，那另外就是财务的可能性的提升，那第三个部分的话是在强化专案的经营管理，好，那这里面的话也包括拉近我们公股行库的参与，扩大赋税的减免，是，好，那特别就是说我看到媒体的报道讲，就是说行政院希望力拼下个会期政院版可以送到立法院来做讨论。那在这里面的话我特别注意，好，我们开会，我们部里面开会的代表主要是苏次长，是不是？你说昨天那个会议是吧？昨天不是，昨天是吴次长参加的。吴次长参加，但是在这里面的话里面报道就是说我们苏次长提出三个原则，好，包括自助清税是大的原则方向，好，第一个，好，我们认为就是说自助的这个部分税负可以减轻，那再来就是说房地税减免，就是说时间延长多久还没有定案，好，您刚刚也说了，因为就是相关的内容跟政策的这一个部分的话还没有具体的内容，所以这一个部分到底是延长多久还没有定案。是，那第三个是这里面涉及地方的裁员要跟地方政府讨论。对，好，对，我想这个因为苏市长是我们财政发言人嘛，所以说或许他就，不过昨天开会是吴常务次长参加的。好，那我想请教部长啊，就是当然我们会知道，就是说一个国家政策的方向需要各个部会来合力
达成跟完成。但是在这里面的话，各个部会的这一个部分也有他专业的角色。那未来这样子的一个政策方向，站在财政部的立场，我们会有什么样子的原则来看待？基本上呢，我想就是说，因为我们财政部是租税主管机关，因此呢，其他各部会当然会提出一些有关减税、免税一些法案来讲，通常都会协调。那这个案子因为，对，只是他是跟行政报告，所以就说财政部就您好，就部长您的专业好，是，在这个部分的话，未来好，我们会用什么样子来标准来看到来看待？好，这里面不管就是说内政部或者在里面最主要的就是说内政部所提出来它的规划内容。对，当然我们也总的这个部分可不可以有税损？我们税损的就是说承受度可以到多少？对，还是在您的就是过去的经验里面，这个整个的部分的话，它是会增加的，有没有这样的可能？房屋税的应该跟在哪跟委员报告，因为都更以后了。房屋限制一定会提高，我知道房屋税一定会增加，会增加。是，但是呢，但是我们减下去，好，我们减能够减到什么样子的程度？目前现行全免？没，不可能，不可能。现行房屋税了，它是减半两年，现行就两年。是，未来要延长到多久？要减半多久？对对对，目前因为内政部也还没有提出草案出来，我们还没有看到草案，所以。就是说，他如果减免的结果不增不减，好，对，我们可以接受。这个我们一定接受，而且最好不增不减，我想地方政府也不会反对。如果增加，好，原来的就是说增加，好，原来的这个部分的话一定增加，好，是。那他增加的但是就是说我们减免了之后的话，我们预期要增加。还是我们可以承受多少的税损？因为这样子了，就是说多少百分比，或者是什么样子的情况？因为这个有时候很难评估。基本上，我们当然希望不要有税损。不过，通常一个政策上推出去以后，我们会有税损，但是我们一定要税势支出评估。你对整个税势支出评估的结果是一个正数的话，当然我们也很乐意来支持了。好，部长，我请教，就是说，如果有这样子，我大概了解您的意思了。是，如果这样子的情况的话，你认为就是说，在租税的优惠上面，无论就是说它的减幅多少，或者它优惠的就是说期限的这一个部分的话，应不应该要定期检讨？要一定要定期还是就是说从此以后的话就一致？没有，跟委员报告。那个一定要彻底检讨，因为根据现行的税金稽征法或未来的纳税者保护啊，一定要有个期间，一定要有个期间。那您觉得多久的检讨时期是合理的？这里面的话也会牵涉到好跟参与者好他的期待好跟他的想象，对，就是至少在就是说他是有期限的，对，好，在期限到了之后的话。它可能是会有变化的，是，对不对？对，那这个部分的话，在政策定之前的话，就要让我们的有意愿参与都更的民众能够了解。对对对，因为这个什么呢？因为都更以后了，我想对当事人也是很有利的，对不对？因为现在的四楼、五楼公寓，将来可能可以有电梯种种的，我想会比较方便一点。那但是毕竟你的负担也会增加，所以说了这一部分呢，等于我们把这个不利的因素，房屋税这个不利的因素了，能够尽量消除一些了，不可能全部免掉嘛，对不对？因为这个尤其是房屋税是一个地方税。所以您觉得这样子的优免，是它检讨的时间，好，大概设在什么样子的时间？我们基本上一个三年五年总要检讨一下，通常我们对三五年应该要做一下检讨，检讨一下，然后来看一看，就是说，实施的成效跟我们当初的预期有没有就是说差别？对对对，它里面有没有问题的产生？譬如诱因够不够啊？诱因还不够，可能或许你还要再加强一些，也不一定啊。好，部长，我想第二个问题请教，好，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就是说跨境电商的课税，好，那在这个部分的话，我想请问就是说。
刚刚部长在报告跟回答的时候都表示，我们的境外电商他事实上就是说在参与我们的会议里面的话都表达愿意，他们有意愿配合，就是支持。对，我想这个他很难讲说不要，就是说这个是 VCD 的，就是说标准等等，他们在各国也都是如此支持。对对，他大概不会在这边讲就是说不要，但是他讲 OK 是不是后面就会真的 OK，就会诚实申报，然后就说诚实的缴税。我想我们也不至于天真的这样子相信。当然了，不过从日本、韩国的案例可以看，因为韩国、日本都是比我们早实施嘛。部长，我想请问，涉及课税，在我今天这个法案如果通过了之后的话，是在未来好，或者是我们现在财政部已经做好了什么样子的准备工作？目前跟委员报告，第一个，因为这是一个新的税源嘛，新的会员，对不对？对对对对对。所以说第一个呢，我们平台一定要先建立，因为让这个，因为他们也希望能够越简单越好，因为一个跨境电商啊，他来这里他可能不需要一些很多人在这边，因为跨境电商他透过平台就可以交易了嘛。那因此呢，就让他这个手续尽量简便为原则。所以说我们也比照其他国家设一个平台，无论是涉及课税的、涉及登记的或者申报缴纳的，都让他尽量简便。但是基本上我们可以掌握到税源。然后呢，就这里面就是说我们方便他嘛。对。但是好，我的重点是在于，就是说他如果没有不依法缴税，好，甚至于就是说他根本不管我们，他也在这里就是说不涉及，然后不缴税。对。我们会有什么样？我们后续就作为有一套处理做法。假定他这边有代理人，当然我们一定会找代理人。我们准备好了吗？最后、这里面刚刚部长讲的，就是说我们有包括营业税，好、这是第一个，然后营所税、还有个人的，就是说中所税。对，等于相对人他的一个中所税。对，就是说在这里面的话，我们无论在掌握，或者是未来要求电商是好，我们有什么样子的，就是说手段跟作为的这一个部分。部长觉得我们都已经准备好了吗？这一部分未来当然了，现在准备好以后，将来也要不断的宣导，因为这个东西呢，未来我们希望说，不只来参加我们座谈会这些的代表能够来主动能够来登记，未来我们希望多加宣导以后，让这个跨境电商能够我们有个平台，能够让他很简单的来这里办登记，然后来缴税这样子。部长，我想您会比本席更清楚，好，在征税的这个部分的话，好，我们棒子跟胡萝卜要一起用。对，会。我们也有一些法则啦，也有一些法则。是，对。但是还有一些的话，是我们的作为嘛。对。即便他不情愿、不愿意，诚实的缴税是好，但是我们有准备好。有。如果他不诚实，好，不依法来做缴税的话，是我们会有一些具体的作为，而且这些作为是具体可行的。您有把握？有在这个上面，我们都已经做好准备。因为这些加速跟委员报告，因为目前在日本、韩国登记了五六十家而已，所以这加速很少，不是说很广泛的纳税人。所以我们的现有的人力跟设备是足以来完成。没问题，就是立法通过以后一段时间呢、我们当然要执法规平台的建立，这些需要一段时间以后了。我们希望能够明年五月或七月能够上路。好，谢谢。我想部长、委员都非常支持这一个法案能够通过，能够执行。那我们也希望就是说部里面在落实的这一个部分，不要让大家失望。好，谢谢，谢谢委员。请王委员跟部长回座，有请费宏泰委员。好，谢谢主席。主席帮我请一下许部长。有请部长。会员你好。许部长哈，这个基本上这个今天这个提案呢、争议性不大，也没什么问题哈。但还是有几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哈。反映过了以后，如何去稽查呢？是。跟委员报告，第一个当然我们涉及课税哈，让他自己来登记，也可以请代理人来登记，两个都可以。那因为今天登记以后，
我们最重要要掌握它的金流，金流掌握到以后才晓得花要开多少税嘛，哎，那所以说以目前来讲，虽然目前我们这个法律还没有通过，不过有一些跨境电商、啊，所以你们还是要透过银行局这里。哎，当然了，这个因为它很 那这个金流，有的金流是可以掌握的哈，是，还有人开他的他用的银行的账户，我举例，他是用在他开在香港啦、开在新加坡的这些账号，如何来稽查的？对，我想这一部分呢，第一个啦，他很多透过信用卡交易。对，那信用卡交易这个就像这一次的 Uber 一样，我们就可以充分掌握，因为他现在透过这个司机啊，一定要刷卡，因为司机本身不是他透过银行，不是 Uber 啊，他刷卡都是到荷兰嘛，哈。对。但荷兰，如果你他用了信用卡，最后的清算是在台湾的，当然没问题了。对对对对，他最后的清算不在台湾怎么办？因为这些，因为我们国内这些人呢、啊，所以这是我请教你如何来稽查吧。就是我们透过信用卡中心那边呢、啊、调资料。目前我们国换句话说，不，你讲的还是没回答我的问题啊。是，可不可以这样讲？就是能查到多少算多少，是不是这个意思？没有，我们要积极啊，积极的要去查。那其实我跟你讲嘛，他所有的他的信用卡是开在国外的怎么办？对，你不是信用卡部分，除非是国外的信用卡，对吧？就是国外的信用卡嘛。对对对，那怎么办呢？那这一部分当然了，我们因为这些国人呢、啊，基本上我只能这样讲啊，绝大部分都用国内的信用卡了，对吧？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说，我当然问你啊，这个稽查的方法嘛，是。如果说信用卡是用国外的信用卡，那你就查不到，就是。对，这一部分比较难查，难查核了。不过我们会想，请教一下，我们要想办法来去了解这样。你有什么办法呢？没有，透过我本来不想问了，你既然想办法，透过我们金融机构啊，透过我们金融机构也来 了解啊，或者他的信用卡付钱的银行是在香港、新加坡，你可以查得到。不是查得到，就是说。我们当然了，第一个这些跨境电商。那这个问题，既然你讲说你可以查得到，那我就请教了。你预估一年可以收到多少税？我们预估了刚开始可能大概九亿的税收左右，九亿。但是未来讲，为什么叫一开始九亿？如果说你都稽查得很好，为什么只有九亿呢？没有，因为现行的我们 B to B 的部分呢、啊，大概有975亿嘛，然后税收大概40几亿，但是我们估计大概 B to C 的部分少很多啊。B to C 大概以20%来估算的话，所以你这只是预估啊，预估而已，因为你现在目前还没有课税，目前大概还没有课税，因为都是逆向课税。你们没有透过银行去这个大概的查一下看看有没有？因为目前是逆向课税了，所以说目前税源是没有的，是没有的。好，如果被你都查到了，因为这个营业税5%啊，应该是消费者来付嘛。是不是？对，不是消费者来负担的、啊，但实际上缴税人、纳税人还是营业人、啊。那我再请教一下，这些到时候，因为现在很多人用 Line 啊、用 FB 啊去买一些什么东西啊，是前一阵子打那个 Pokemon 也有人去到上面去买武器嘛，对不对哈？对对对。那最后会不会变成消费者要来再额外的承担这个营业税呢？应该不会啦，因为通常是这样子的，就像你这是你讲的不会啦哈，没有没有，因为这个各种可能，没有到时候这个境外的这些厂商，他就把那售价把它提高就好了，没有跟委员报告，因为平台哈目前就有一些的，就是国内平台、境外平台都有，他现在定价都是一样的，那未来当然还是看消费者啊，因为今天你供需嘛，供需。营业税能不能转嫁？当然分公司。我讲这些问题都是在提醒你啊。谢谢，怎么去思考这些问题？我晓得，会，谢谢。这个刚才有好几位委员都问到，这个今天礼拜三嘛，哈，后天金管会李瑞昌要约你聊聊嘛，对不对哈？对。是在哪里聊？在财政部。在财政部哈。是。是你约他呢，还是他约你？他约我。他约你。对。那他想要找你来干嘛？没，主要是谈。就只要针对那。第一个就是他讲说为了提振股市嘛哈，提振股市，所以针对这个两税合一鼓励啊扣抵，对鼓励扣抵减半，两税合一啊就鼓励要扣抵变成就不要扣了，对不对哈？意思就是
这个两税合一就不要再走下去了，还有单一税率哈，这个所谓它取消这两个这样子的税哈，是或这两个税的优惠啊，只是针对股市吧？我想他从他立场来讲，当然以股市为主了，但是我们财政部的话比这个更广，因为我们要这个就我要问你哈，是如。你们可不可能考虑只针对股市呢？不只是针对股市，我们还有要就是针对全部嘛。对，针对全部。哦，真的要一致性嘛。对对，这个才公平嘛。因为对对，因为这个牵涉到综合所得税税率多少，盈利税所得税率应该要多少。这个如果不公平的话，那到时候另外的人又要去拜访你，你又。到时候拜访你很多，你光 买咖啡的钱就要先把它准备好。没有，我想这方面呢，应该从财政从金管会立场，当然可能考虑。而且我要提醒你一下，第一个是，如果说只针对股市的股利，从这个角度来下手的话，是牵涉两个问题，第一个公平性，对不对哈？对。第二个会不会更造成贫富的加重，它的悬殊？是我们也会考量，因为到时候变成 capital gain， 等于说你就完全的弃守了嘛，对不对？不，当 capital gain 里面有这金融的面，还有是土地交易的东西哈。是是。所以说，因此这个里面要思考一下它的公平性。一定会，我们这个应该考虑的话，股市资本市场当然我们是考虑因素之一而已，我们还有考虑整个好整个税制的问题。我再请教你一个问题啊。是。这个李主委说啊，他当然是为了这个股市的量能的哈。是。他说他不是医生，那他只是什么家属啊。意思是说你们是医生，是不是医生？跟委员报告，我想租税条里面的有牵到租税部分，当然我们是主管机关。你们是医生没有错，但是请问我请教，是当病人或者病人的家属要医生开这个药方。是我请问你觉得这是不是一个好药方？这部分我们可能还需要跟他再沟通。你是医生呢，开玩笑，医生要有权威性哦。对对，当然我们租税，你就是蒙古郎中。我们租税了，主管机关我们要进到我们的。你是借牌的假医生还是真医生？没，假如是医生，一定要开出药来是。对对，你要到病除，不能要到命除哦。对对对对，这个我们会考虑到，因为这部分、啊。所以我才请教你，这是不是一个好药方嘛？对，股市的量呢，是不是一个好药方？当冲这部分、啊。我这个是非常中立性的问题。是是是，对不对？我晓得。我也没我并没有说要反对或者要支持。是是。我没有表示我的立场，我只是请教一下。对，这是不是一个好药方？对，当冲的部分呢、啊？我想这一部分很多国家有。不，他刚才他不是主要问你是单一税率和有股利的，没有，他是两个主题，两个主题，一个当冲的部分，另外一个是有关股利课税的问题。哦，这样子。那好，那你觉得他是不是一个好药方嘛？你问了半天你怎么吞？没有，这一部分跟委员报告，我想当面大家交换一些意见来，我想是比较好一点的。因为他是希望要股市的量能出来嘛，对，他用意当然是很好。如果说是好药方，是是是，股市量能就会出来。是是。至于你们的税损是多少，那是另外一个，对 对，另外一件事情了。对 对， 对。所以我请问你，这是不为了股市的量能，这是不是一个好药方？当冲这一部分呢，是不是给另外的优惠？这个我们真的要考量。其他国家到底怎么来采行的，这个也要参考一下。我怎么问了你半天你都不知道他是不是好药方， 你为什么不愿意回答是还是不是？没有，因为现在还没有见面啊，等见面完以后他看真正态度是怎么样。他没有见面已经告诉你他要跟你谈什么了嘛？有啊，就当就针对他要跟你谈这个东西，你觉得是不是好药方嘛？这不很简单的事吗？没有，因为当冲、哦、因为当然以主管机关立场比我们更清楚，不过当冲到底要不要给他优惠，那是另外一个问题。当冲其实没有影响到国外，这个是比较单纯啦。你要的税率啊，这个是一个大问题。对 对， 对。当然我希望朝那个方向来做，否则是不公平的。是是。这个所以我才问你，这是不是个好药方面？你这样吞吞吐吐代表是
代表是我这样子帮你来解读了哈。如果好药方，你早就讲是的，就是因为是不是好药方你不知道，所以在吞吞吐吐，是不是这个意思？这个要审慎考量一下。这部、啊、这部分好了解了。鼓励部分我就不要。换句话说，李瑞昌拿了个不是一个叫你找这个医生，你觉得不是一个好药方，就是这个意思，好吧？鼓励部分，我想我们会慎重来考量一下。谢谢。好，谢谢费委员。接下来我们请邱泰源委员质询。对不起，在邱泰源委员质询之前的话的做下的宣告，在邱委员质询完之后的话，我们休息十分钟，让列席人员可以休息。市委员可以吗？好，可以，谢谢。主席好，我可不可以请部长跟李署长，请。那，邱委员您好。在今天咨询的最前面还是有选民服务的哈，有民众关心的主题，就是我们新航事件的，是银行团的债权部分，是现在怎么处置？哦，有蛮多人关心的。对对对。可不可以把现在的进度很简要的说明一下？现在目前啊，跟委员报告，目前我们公股银行的部分呢、啊，大概我们整个铺险呢，大概有75亿左右。那其中啊，有担保的部分大概将近80%左右。那因为这些有担保部分呢、啊，因为它都有不动产或者飞机作为担保嘛。是。所以大概就是这样子。对对对，现在当然了，因为现在，这些连带银行也好，自带银行也好，其实他们、我这个机会给你跟民众说明，对对，说点清楚一点。对，那这一部分的话，我想我们连带银行跟自带银行哈，这些公股银行也有跟那个复兴航空公司的董事长这些有交换过意见，这样子。好，谢谢。好，那我就进入我的询答好了哈。部长跟署长好，那个。我们站在部长站在这边那么久哈，实在是令人觉得身体很健康。但是听说前一阵子曾经住院调整过了哈，但现在看起来是完全的健康哈。那所以，我今天可能跟我想来谈这个主题，部长应该也是感同身受的哈。我想请教部长哈，如果现在民众如果去做健康检查，是检查的费用能不能免税？假如啊，因为这个我们那个列举扣除是医药费的扣除，所以说这个检查一定跟后面的医疗有关系的部分，当然就可以当作列举扣除额。那假如纯粹的健康检查的话，这部分目前还是不行，这样子。是的，那请教署长一下哈，你们每年大概都有14000元呢的检查的费用，你有没有每年去把它使用掉？不好意思，这有点私人的了哈。但是可以大家分享一下。是，报告员，因为我们那个公务预算里面对我们那个机关首长的健康检查是有编列一个健康检查的补助费用，那这个部分每年是14000块钱。那原则上以我本人来讲的话，我是有去使用这个费用，但是这14000块钱其实补助给我们之后，我们是要列入我们的薪资所得来课税的。是，所以列入薪资所得，会不会有些员工就宁可不要？我不爱检查，吼，我也不要被扣税，检查也很麻烦。不过报告员，据我们所了解，就是除了我们首长的部分，包含我们同仁的部分，也是每两年会有一个补助。那这个补助，基本上据我们所观察，其实大部分的同仁都会去使用的。是，所以如果我想健康检查，吼，是可以减少很多医疗费用的支出。哦，那譬如说大肠镜一个息肉拿掉，可能就减，几千块就可以换得几十万的将来化疗各方手术，还有很多个人身心家庭的一个伤害了哈。那为什么我们不鼓励用什么税法的方式来鼓励健康检查？这个能够做呢，也可以减少我们国家财政的支出。不晓部长跟署长，我想这个邱委员是这方面的专家专业了，我想很清楚。当然，能够先预防啊是很好哦。那现在主要是说，目前我们
税法上列举扣除一定是医药费才可以扣除。那因此呢，部长可不可以请，可不可以修改成可以列在扣除额，列举扣除额？对，那这一部分呢，就是列举扣除额。这个要怎么样的来鼓励啊？对对，那现在当然我们也考虑到啊，就是这个是很重要，没有错。但是目前我们大概80%的纳税人呢、啊，都是用标准扣除额，因为他认为标准扣除额度呢是蛮高的，所以他就不用去列举扣除，而且列举啊，你要给付单据那些东西啊，所以说大部分人感觉麻烦。是是是，所以有80%大概都是用标准扣除额嘛，大概只有比较中高所得人啊，中高所得人他才会用。基本上，如果用类举的话，有先示性的意义来鼓励全国国民能够多做检查，多做健康检查，相信是可以创造三赢的局面。那如果部长觉得只有20%的人会受益，那是不是我们也会考虑列入特别扣除额？那这一部分当然了，第一个我们要考虑就可以全民受益。没有没有，这个要考虑到，因为有钱人做一个健康检查，他不是3-5万而已，他是几十万、几百万的。那这样子的公不公平？这个当然也要考虑。部长，那个特殊措施我们可以，如果设定了哈，我的假设如果设定5000元为限，哈，对，好到5000元为顶，可以造福很多很多的人，因为他每年不一定每年都要做大肠镜嘛，他今年可以做这个，明年可以做这个。我想我们国民的身体健康会得到很大的改善啊，健保的压力也会减少很多。那我们估计如果5000，如果特别扣除了5000元的话，大概可以会减少税收也许50亿。可是你要部长要知道一件事情，今天健医疗的费用哈，还有这点值现在譬如我们现在医界做1块钱，只有给人家0.9，这中间的差距就已经500亿了。哦，就是讲根本都无迄个钱敢支付，吼，让医界来吞下去，就已经500亿了。你这个才50亿，可见这个差距是这个创造的利益可能很大哦。啊，这个是医界痛，也是国家，我个人觉得是国安问题。有一天，医界的人会说，我们真的承受不了，哪一个企业可以到达有10%的利润，所以都是硬撑着在照顾那个民众。如果我们没有由各界或社会各界来体谅到这个问题，可能有一天会变成国安问题。所有的医疗人员都说：“那我退出健保。”哦，所以我想顺着财政主管机关也应该创造一些哦，让国家三赢的局面哦，我想这个部分那个。是不是请那个户税署方面或会部能够考量这样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情，而且未来我们长照保险开始可能会还是会吸到其他的一些健康检查的预算，比如说健康署的预算会减少，相信健康的一个检查大概都会受到一点影响。如果你没有用鼓励措施，我们的预防医学可能会比较需要再考虑的，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问题。部长愿不愿意带回去研究一下？我想扣除的调整呢，一定要通盘来考量。第一个，第二个，当然我们要了解其他国家对这个健康检查是不是列入扣除额，这个我们一定会列入研究，好不好？我们这个先收集其他国家一个制度。因为这我觉得对未来太重要，可不可以1个月之内提出一个你们的看法？哎，对，我想1个月之内，我们先收集其他国家制度，大概怎么一个方向，好不好？好，那我刚刚还是要提醒因为今天有一个新闻那个这也给社会各界可以了解了，其实医界常常提到说哦，医界可能有诈领的现象了。其实我刚刚有提过嘛，但2015年。这个是今天的新闻，所以我把它抓过来这边大家讨论一下。其实应该要付给人家医界5811亿点，结果给给付的5356，大概少了0.8%，也就是说其实也不是健保署啦，是整个财政就是这样子嘛，就是国家的问题，不能怪健保署，就基本上医界就少给人家455亿。每年都是这样子，
好，那当然第二个就是说，有时候当然我们要检讨了哈，就是相关的机关有时候会放出说，医界其实很辛苦，但是医界常常会放出医界有一些违规，但是其实仔细看起来，它都是跟欺骗无关，都是抱着程序然后不未符合规定了哈，所以这个部分还是要在这边跟所有跟财政部的还有国户税署、国税局相关的单位了解到，医师其实是几乎没有什么太多的收入在照顾我们全国百姓的健康，所以未来大家能够体谅到这一点了哈。那下一张好了。那当然，这个哦，这个也到前面一张好的哈，到那个对，还有另外一个更加雪上加霜的哈，这个可能大家都要考量一下哈。我们不管是主计总处的，或卫福部所属机关，或台北市高雄市市政府，都严重欠了健保会的一个很多的钱哈。那这个我们当然也会要求相关的单位能够列出哈那个进度了哈。那所以我想，哦那个很重要，就是说我们财政单位、户税单位能够对于创造一个双赢的一个方式，包括课税的方式，包括减税的方式，能创造国人的健康，我想是我们一起要努力的。哦，好，谢谢。好，谢谢。好，谢谢邱委员。接下来我们休息十分钟。
好，我们继续开会。接下来请施一方委员执行。施委员，请。哎，有请一下习部长。部长请。李署长，如果哎，施委你好。李署长如果需要回答的话，也可以来回答，或者是那个国税局的何局长也可以上来哈。那部长，今天我们要讨论的是那个跨境电商的营业税的部分哈，那有关于这些部分，我想今天这个议题哈，很多的委员都会支持哈。我想政府就是应该做一些正面上的一些事情哈。那个部长，你认为这样对吧？确实如此，而且要配合时代的趋势、国际的趋势，因为
原来很多国家跟我们一样都是逆向课税的，但是后来其他国家慢慢在修法。好，这个很好哈。那另外就是刺激股市的部分哈，希望有时候也适度的时间呢，放出一些利多的部分了哈。是是。那今天本席想要跟你讨论一下，就是台湾 Uber 的部分哈。是。那 Uber 的部分，我想今天讨论的不是它的那个合法性与否哈，今天就在财政委员会讨论的是它的税收方面的问题哈。那从荧幕上你可以看到说，这是一个那个 Uber 是一个荷兰商哈。那在我们的消费者，我这样的举例就是说，消费者坐车子哈，那以100块做单元的话，那整个金流的方式哈是司机哈这个劳务费是80块，然后给台湾以博的部分哈是8.6的部分的服务费，那这个服务费当然就是说它有行销啦、招募司机，或者是教育训练，或者是验车啦、文件的审查等等，那这个消费者他是透过这一个APP 或者是信用卡的方式去支付哈，是这一个部分。那这样的一个架构，部长你认为对吧？大概我了解是这样子。大概了解是这样子。好，那台湾以博成立的时间是在什么时候？台湾以博啦，它是一个，因为它其实在荷兰啊 ，Uber 在荷兰有两家公司，一个 Uber Holding BV， 另外是荷兰商 Uber BV。那荷兰商 Uber BV 它是提供 APP， 然后我们台湾以博是 Uber Holding BV 的一个子公司，100%子公司。大概成立的时间，那个署长？102年7月来登记设立的台湾以博。啊，102年7月嘛，哈。所以已经大致上已经成立了3年多了，哈。是。那这个部分就是说，以这个金流的部分是消费者流向荷兰公司。然后再由荷兰公司去做分配的这样的流程，对吗？对对对，这样的流程对吗？是。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说应该缴税的这种模式哈。那应该缴税的这种模式里面哈，从这一张图里面可以看到说，目前的情形是荷兰商的部分哈，它分配的是11.4，那台湾以博的部分是8.6的服务费哈。那这个部分从过去哈。从过去的3年里面哈，它怎么样的一个缴税的方式，是不是可以说明一下？目前呢、啊，台湾以博的部分，它是针对它这一部分8.6的部分呢、啊、来缴税，缴营业税。好。那还有缴应所税。那但是呢，因为交通部认定了它呢负责这边司机的一些招募啊、营运啊各方面的。所以认定它是一个交通运输业，所以说我们就以交通部所认定的标准呢、啊，来对整个来课税。那对台湾以博的是这个部分哈，那本席要请教一下，就是对司机的部分呢？那司机部分呢、啊，目前我们也是有去掌握一些资料，只不过因为司机的比较分散。而且他所得其实也都不高了。我想最主要的部分出现在司机的名册嘛，哈。哎，对。那这个部分在财政部是不是有掌握到这一个部分？有，目前我们台北国税局都有掌握到。有很细节的是说全体的司机都有办法掌握，还是说只是几个 percent 的部分？交通部通报给我们的，我们掌握到了。哦，是从交通部这一边、啊。对对对。那交通部的部分是不是有落实啊什么之类的情形啊？只能目前因为什么呢？跟委员报告，因为这一部分呢、啊，就是说，因为现在呢，它这个模式跟现行的是买受人来缴税了，那个逆向课税了，所以说，其实我们比较难掌握。那未来等跨境电商立法通过以后呢，那因此呢，荷兰商 Uber BV 的部分呢、啊，就可以来这办税籍登记，那我们大概就可以掌握到了。我想是这样子哈，就是。交通部提供你的讯息啊，名册哈，也不一定那么精准哈。就像最近他在处理新航的模式哈，也处理的不太哈，所以本席对他的能力哈是有质疑的哈。所以这个部分哈，应该在财政部的话，严拟应该说如何去掌握这一些司机的名册，这样合理吗？也可以的，只不过跟委员报告，因为司机部分呢、啊，跟我们所看到的哈，所掌握的资料他的所得没有很高了，所以说我们，
目前来讲，你花那么多成本去收集，然后也扣不到什么税的。Okay， 这个本席是可以接受，不过积少成多。对的，对的、哦，这个我们还是尽量去。当它的数量达到一定数量的时候，就积少成多。对对，因为它目前呢、啊，因为是属于以交通部认定还是违规嘛。对。假如合法化以后啊，那整个不一样，又很或许很多人，因为它整个第一个安全的嘛，因为现在有些还是不安全的案例发生嘛。那另外就是因为我想财政部是因为交通部的一个认定哈，认定说他是一个实质的经营者嘛，台湾旅博，所以就这样的情况哈，就是财政部就是以补税或者是课税的部分嘛，是不是这样的一个？对对对。那因为补税跟罚款的部分这些部分哈，高达大概2.8亿左右哈，那当然这个追税是对的，一定是对的，一定要有一方去缴哈，但现在就是说。之前的这一个部分，三年来他是用他自己的申报哈，那后来才那个交通部的认定是这样的认定哦，所以未来我们要怎么样去追这一笔罚款跟补税的部分？因为台湾旅博现在目前是当纳税人，对，那纳税人以后，当然他同样的，我们发单以后，他有行政救济权利嘛。那假如没有行政救济，那确定以后我们就要执行了。你确实一定要去执行，对 对，因为这个钱一定是要追回来，会追回这一笔税是对的。是是是。那另外哈，本席担心的一点就是说，因为台湾旅博毕竟是一个100万的公司的资本人，是。那如果他像新航一样，就是召开了一个临时的那个董事会，又说，哎，我要解散了哈，那我不玩了，那这笔账要找谁要啊？请教一下部长。这一部分当然了，我们，当然以现在来看的话呢，当然就是你要追税了，有一定的程序，哦，因为你人都在国外嘛，台湾的资本额也很少啊，你能够抵充的有限嘛，因此呢，要透过国外这个外交部了来送达以后呢，我们来强制执行，那强制执行以后呢，这边他给付的信用卡的部分呢，那透过执行署给他扣押。好，那本席还是很关心的，就是说他如果真的是倒闭的时候，是是是。那本席问一下部长，如果台湾旅博倒闭的时候，是 Uber 会不会存在？我想他这一块市场，他认为还是有存在价值，而且呢，他不只做这个，他现在还做跟餐厅合作，所以他业务量一直在增加，因为台湾他认为有市场在，所以说呢，我想第一个属于交通部那部分，他自己要去配合交通部的法规。那我们财政部部分呢、啊，未来跨境电商立法通过以后呢，他能够办涉及登记课税的话呢，我想课税比较合理一点啊。部长，本席今天提醒你的是说，当台湾旅博他假设宣布倒闭的时候，哈，是那台湾的 Uber 还是会存在的。我想因为。有这个市场在了，有这个市场在。所以本席要提醒你一点，这个就所谓的风险的管控。是是，谢谢。就是说针对这个部分，要怎么样去把这些补税的、追税的部分追回来？是因为这样的关系，因为这个有一个风险，它的资本额太少了，是而它的资本额100万里面，它的资产也太少了，所以这个部分。那另外，本席要谈到今天的那个修法的部分，那今天修法的部分，当然就是说我们有增设一个就是会计师事务所这个模式对吧？这个部分啊，我想这个代理人他不仅是会计师的，有任何的我们在国内有固定的场所的人也都可以。也都可以。哎、欸，对对对。那目前那个我们锁定的那个就是跨境的电商、大概有什么样的加速啊？跟委员报告，目前其实当初我们办6场座谈会的时候啦。这些都有透过一个比较大的会计事务所来这里，他也跟我们一些交换一些意见。其实他们也很乐意，将来修法通过以后，他也愿意来办涉及登记。哦，本席提到的是说，现在目前在财政部锁定的那些跨境电商的那些公司哈，对，到底有哪一些加速哈？目前大概10几家。那假如根据日本、韩国的模式，因为他也是立法通过以后了。在日本、韩国跨境电商登记了50-60家，所以我们希望这个业务呢，能够慢慢的合法化以后呢，让它立法以后呢，能够让它来，能够继续来。好，那另外就是说，在那个现在目前这些资料都是在国外嘛，对，所以这些报税的资料就是会有这些
国外的这一些公司哈来报，那我们如何哈如何去把这一些真实的报税的资料把它反映出来，就是说他报的资料。对这一部分呢，我想金流大部分就是在我们国内啦，我们比较能够掌握。那营所税的部分呢，它就是因为有些成本费用可能在国外，所以说呢，我们未来可能会跟这些公司啊，譬如说同一利润标准啊，或者是按照一个标准啊来给它设定，这样比较合理一点。最后，本席建议部长的部分就是说，应该要要求前面的开立电子发票。这个是未来要研拟的。对，未来可能要给一段辅导的期间。为什么？因为这些跨境电商啊，在全世界各地做生意，他们都开收据，只是我们一段时间以后给他辅导，希望能够配合我们，而且他们电子能力比较强啊，所以开电子发票应该没有问题。所以辅导以后，我们希望能够这样做。好，加油！好，谢谢，谢谢。好，谢谢施委员。接下来我们请陈赖素美委员质询。陈委员请。陈赖委员请。主席，我想请我们的部长，许部长。陈赖委员你好。根据租税公平与保障税基的原则了哈，我认为哈修法有它的必要，但是呢，因电子商务有没有它的特性，主要是因为它没有具体的店面，也没有登记的那个住居所，所以呢，财政部打算在网络上建立一个跨境电商平台，是让境外提供电子劳务的业者办理税籍登记、申报以及缴税。这个平台预计什么时候可以测试完成？跟委员报告，目前呢、当然目前其实已经在规划，只不过因为要等立法通过以后呢，我们希望能够四月底之前能够规划完成。你是说明年四月底是吗？对对对对对。嗯，根据修法的那个条文来看哈，境外电商是应自行或委托代理人申请税籍登记，也就是采业者必须主动登记制。对，反过来说，如果业者不设立税籍，也就是无法课征营业税，是不是我们应该要先辅导大型的厂商产生领头的一个效果？部长您的看法是？我想完全赞同这个委员的看法，因为这些其实我们在座谈的时候啦，这些比较大型的一些跨境电商啊，他们都愿意配合，就像韩国、日本一样，他修法以后啦，大概五六十家的跨境电商啊，去他那边办登记。好，那我现在就要请教部长了。如果发生业者不登记税籍，财政部预备如何来应应？对，当然我们不希望有这样发生。万一发生的话，当然了，这个我们的所花的人力物力会比较多一点。第一个，我们不来，但确实有来这里做一些我们销售劳务的情况。第一个，我们先掌握金流，金流掌握到以后，我们发税单。那税单因为它是国外嘛，因此我们要透过外交部的要去送达。就是说，届时我们执法的难度跟成本哈，会比较高一点，会比较高，会比较高一点。那财政部对于这方面，你有做过评估吗？这一部分呢，我想就是说，虽然呢、我们在办座谈会的这些电商、跨境电商都愿意来配合，甚至于跟委员报告，在这段期间呢、等于我们座谈会以后呢，他们也一直跟我们赋税署来联系，希望怎么来配合这个事情，所以未来我们一定还要不断的宣导，等立法通过以后，包括执法规，因为执法规还一段时间嘛，所以还有平台。所以听你这样讲的话，就是说，你目前对于这个就是说这个的执法的难度跟成本，你们目前是还没有做一个评估的一个那个。我们是有评估的，只不过我们当然希望说。好，那如果你有评估的话，麻烦把这一份送给我们的财委会做参考哈。不要走到这一步了。好，另外请问哈，境外电商的电子劳务销售需不需要开立发票？统一发票编号的取得有没有流程上的一个困难？好，那跟委员报告，那因为在我们办座谈会的时候呢，那这些跨境电商啊，他们第一个愿意涉及课税，另外他们在全世界各国做生意了，劳务了，提供劳务了，他们也有都开收据，
但是在我们呢、啊，我们未来经过一段期间辅导以后，因为它整个平台的设计呢，一定要配合我们的电子发票这个系统，所以说呢，我们可能要一段时间辅导以后呢，要求他开立电子发票，因为开不要开资本的，因为他其实本身的电作能力比较强。那现在呢，那个电子发票它的那个单项的销售金额了哈，是可能不太高哈。假设像 LINE 的贴图，其实开立实体发票的那个成本有没有相对过高了哈？是。那开立电子发票，我想也会面临消费者载具不普及的困境哈。那开立发票这个问题，我们财政部有什么因应的一个办法？我想未来我们一样，类似我们那个涉及登记的缴税的一个平台一样，我们设置一个平台。这个平台啦，让而且用英文的，当然这些大部分英文的，也让他们去了解，然后呢，很容易的能够进入这个我们的平台以后，他能够转换。好，因为时间上的关系啊，哈，我最后这个想要问的就是，我就是买受人哈，就是最终的消费者要自行缴纳营业税嘛，哈，又有3000元的免税门槛哈，所以电子劳务的税收实务上微乎其微啊。修法之后，我想请教我们财政部啊、根据我们目前的交易的情形，有没有办法预估大概税收的金额大概有多少？跟委员报告，这个当然不容易估计，不过我们粗估一下，目前 B to B 的部分呢、啊，这个电子商务的部分呢、啊，大概有945亿销售，那换算成营业税大概有40几亿，大概我们大概有20%左右了。我们刚开始的时候估计说大概有9亿元的税收，9亿元、哦，大概有9亿的税收，对对对，所以这个要加快脚步了哈。会、啊，我们希望能够立法通过以后，我们一段时间执法规平台设计以后，明年5月希望能够来实行。那另外就是关于我们刚才前面委员都有提到的哈，关于Uber 前天花钱在媒体登广告。那他们表达的意思呢，是不想在台湾被罚款哈。那当然我们知道 Uber 已经在台设立宇舶公司了哈，属于已落地的电商了哈。是。相关税制与国内的业者应该是相同的，但宇舶自认只是资讯服务业哈。对。因此只根据服务佣金来缴纳营业，跟营所税。那么我们交通部呢，认定宇舶是提供轿车服务，所以宇舶要依乘客付的车资的就要缴5%的营业税。是。那据我所知哈，财政部国税局目前已经有开出税单跟罚款了哈。对。那第一张税单我看一下，里面是2013年9月到去年的8月哈，营业税的漏税款补税部分是900万嘛，并加罚1.5倍，就是说连补带罚是2300万。那么第二张我看到的是去年9月到现在的漏税款补税是4500万，如果同样是罚1.5倍嘛哈，所以总共是1亿2000多万。那么这两笔加起来就1亿3500万了呢，请教部长，对，这个他们这些税单都缴了吗？目前还没有，当然他可以提起行政救济了。请教部长，那个超过限额没有缴纳。刚刚部长是说可以，他们可以提出行政救济，对对对，但是我们的营业税法里面第50条规定，超过30天是不是可以勒令停业？没有，因为他这个欠税还没有确定，因为他还在行政救济还没有确定，确定以后不缴才有那个问题。那要多久的时间？因为他主要是看提起行政救济的时间，最后什么时候确定？那确定以后，而且我们那个欠税啊。要达到某一定金额的话，我们就可以勒令停业。这金额已经很大了呢。不是，现在还提起行政救济，这个案子还没有确定。好，那针对这个部分有没有？我看到财政部在媒体上表示，哈，现阶段认定 Uber 轿车服务的提供与使用都是在我国境内，所以属于营业科税的范围，必须缴纳5%的营业税。对，科税资料已经掌握。将对台湾宇舶公司发出税单，就是刚刚那两张税单嘛，哈。不过财政部竟然还指出了哈，过去与台湾宇舶公司沟通的时候，表达愿意缴税。好，针对这一段话，我想请问部长，你会不会觉得了哈，我们财政部沦为
帮企业做一个传声筒，既然财政部出面在媒体上面替 Uber 没缴税的状况说再做一个说明，表达他们愿意缴税，这是替他们挂保证吗？我不晓得我们他愿不缴税，当然我们不能代他发言了，而且他目前据了解他也提起行政救济了，提起行政救济。对啊，那 Uber 已经被国税局开出两张追缴税单跟罚款了，是是，第一张税单罚款的那个税单缴纳的期限是什么时候？目前还在提起行政救济中了。你就一直跟我讲行政救济嘛，他第一张什么时候缴纳期限吗？那请台北国税局，我们开出单子总会有知道缴纳期限的时间啊。是不是请那个何局长来说明一下，好不好？谢谢。第一次的缴纳期间是105年10月11号到105年10月20号，那现在尚未缴纳。那距离现在已经多久了？他会提行政救济啊，所以还没有缴纳，这样还没缴纳，所以等于是我们开出了两张单子，通通没缴纳就对了。现在还没缴纳。部长，你觉得 Uber 这样子的做法合理吗？还是不能够接受吗？没有，其实是这样子的。当然，连交通部也是一样，交通部也对他处罚，他还没有交啊，他一样要提行政救济啊。那这个 Uber 已经存在很久了吧？是啊。对，那为什么我们的速度会这么的慢呢？对他们追缴这个税款，没有，因为跟委员报告，第一个我们要掌握金流，才有办法计算税额。所以说，因为信用卡公司的它是落后的一段时间。对嘛？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财政部对于这一方面的速度始终是太慢，这就是我们人民对我们的感觉啊。没有，因为这个我们先要由交通部来认定它是这方面属于。从事运输业务的话，我们才可以认你税的部分啊。因为严格来讲，因为现在跨境电商的部分啊，那部分依现行规定它是不用缴税的。哦，依现有规定，那我们现在正在修嘛，赶快要修嘛。啊，对对对对对。好了，好，那加快脚步，谢谢。好，谢谢。好，谢谢陈赖委员。接下来我们请林德福委员质询，林委员请。主席，各位委员同仁，徐部长还有与会各列席官员，是不是请那个徐部长？部长请。徐部长你好，徐部长我请教你哦，我想因为有媒体报道说为吸引保险业啊，这个开发农业保险商品，那农委会建议说，就是比照国际啊。让这个保险公司可以免征营所税、营业税以及印花税等这些优惠的措施。是，但是财政部这个到现在为止仍是有意见哦。那请部长说明不同意的理由到底是什么？跟委员报告，事实上啊，这个还在沟通的过程中，我们没有表示不同意见。好，第一个，因为这个是第一个。这个政府的政策，然后希望农民啊能够去投保，那政府也有补助，所以说这一部分呢、啊，我们会比照国际间案例的，给优惠。因为这是跟国际就是等于是，跟国际接轨一样哦，就是跟国际的那种他们对这些农业保险呢、啊，就是完全一致。那要是说。财政部部长您的看法，徐部长您有什么看法？对这部分我们一定会配合国际间的这个趋势的。那会未来会不会全免，或者是只有减一部分？没有，应该 会跟国际一样，要全免。跟国那意思就是说全免嘛。不过、啊、我们这一点当然了、也要请农业委员会的，因为今天因为农委会提出来的嘛。对对对，没有，对不对？不是，我意思说给予这些优惠以后，让业者成本降低。将来在费率方面的争取的，他应该 也要去争取啊。就是有一些配套就对了啦，对，要去要求就对了。是是是是。好，对，否则的话我们租税减免，白白租税减免也不好啊。对，那希望业者降低成本以后，那希望能够在费率上给予农民一些优惠。部长，我在请教
有关于这个国外线上订房的这个网站，叫做这个 Agoda、哦、就是雅高达。那本席、哦、我有请助理去操作整个国内的订房，那发现啊，房价会多收一笔税金。那我请问部长，该笔税金是否会进入我国国库？哎，这一部分我们因为目前我们营业税了，其实是含在税额里面，是含在它的销售里面的，是含税的。那要是说，因为它透过海外的这个订房的网站，那而且操作是在它订是订国内的哦，那像这样子的话，这个国外订房的网站目前有没有欠缴我们国库的这个税金？目前有没有、啊、这一部分呢、啊？他都有如期来缴税，如期来缴税。对对 对, 对，完全没有欠税是吧？哎，对对，目前为止。阿勾达，阿勾达有，目前台北国税局有核定补税，有核定补税，就是说他本身有缴一部分，另外还有一些补税的部分。那到底有没有缴清，或者是有没有因为没有缴税在诉讼当中？对，还没有缴清呢、啊，还没有缴清。他本身就像 Uber 一样，本身他有。缴一部分的税款，那未来要是说是部长，未来要是说修法过后，营业税应该是由换电业者来缴，还是国外的这个订房的网站来缴？没有跨境电商，他办税涉及登记以后啦，因为现在跟委员报告，因为目前呢、啊，他是消费者来缴税，逆向课税，所以说以目前税法规定，他是不需要缴税的，是这样子的，哦、是这样子、哦。所以未来修法以后。他就要来这边涉及登记课税，然后呢来缴税，这样哦。对对对，而且跟委员报告，世界上国家啦都是改变这种方式 ，OECD 的国家、欧盟的国家、日本、韩国的一样。那根据统计呢，日本、韩国啦跨境电商在他那边登记了，大概有五六十家的跨境电商在那边登记了。这样我了解。我想，因为哈、哦，你要是说。以现阶段来看，这种状况就像部长刚刚讲的，跟 Uber 一样、哦、那未来这种会越来越多啊？会。我想，因为这些在我们办座谈会的时候啦，他们也都很愿意来缴税，愿意来缴税。那但是要配合税法的规定，就是你要先登记来缴税，他们也愿意的，因为他做生意啦，是全世界各做，不只在我们台湾而已。好，那我再请教哦。我想有关于这个加速都更这个推动方案，行政院打算推动一坪换一坪，那房屋持有税减免期限可以从四年延长到六年或八年，那究竟是延长期程，是否减半课税是从第五年起开始逐年递减的额度？哦，这个我想部长能不能做这个说明，说到底他的利弊得失？跟委员报告，目前呢、啊，现行都更条例的规定呢是减半课程两年而已。那未来当然要修法，那修法目前我们内政部的草案目前，就是报在所讲的，目前其实我们还没有看到草案。但是一个原则是什么呀？因为都更以后房屋税一定会增加。对。那房屋税增加以后呢，那这延长的期限多久呢？目前因为还没有看到内政部的一个修正草案。不过基本上。自用住宅自用的部分、啊、能够清税，我们这个方向是支持的。我是认为部长这方面、哦、其实为什么都更的意愿很多老旧房子他们意愿不高，其实就是跟税有关系、应该还有其他原因啦，税只是其中之一、对啦，但是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一环。对，所以说我们这一次内政部有种构想，当然我们草案还没有看到，不过我们会朝这个方向去规划，然后希望、啊、能够等于这不利的因素尽量消除。因为、哦、要做就一次到位 啊, 啊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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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你要是不要拖拖拉拉拖泥带水 啊, 啊不会不会不会，因为这个还、目前内政部还没有提出修法草案出来了，我想这个等修法草案出来以后呢，我们朝这个方向呢去规划努力，好不好？谢谢。好，部长我再请教、哦、为了提振台股的能量，那金管会要在本周五跟部长您、啊、来沟通股市税制的改革，那不论是哪个建议方案都会这个造成不小的这个税损，那听说出库税损可能高达700多亿，那是不是如此？应该没有啦，因为跟委员报告，我们
第一个，目前案子是委外研究中，第二个呢，我们希望能够以税收变动最少的原则之下，因为你要700多亿，说老实话，对我们整个政府来讲啊，这个负担不了了，所以说，我想我们所以说这个就是财政部的立场，是不是？不是，对的，你说一个税改损失700多亿的税收，这个对我们整个中央政府的财政压力是很大的。那因此呢，我们整个做税改的规划，一定是希望能够变动税收变动最小的一个原则之下，我们去规划，然后呢，也能够达到金管会所希望能够达到目的，就是我们整个第一个内资外资的鼓励的课税尽量要一致。那要是说没有办法从证交税那里端就是回补700多亿，那财政部是否会推动新的这个加税的这个方案？有没有？没有加税，现在来讲，说老实话，不是很容易的事情啦。因为加税，第一个纳税人感受，第二个我们委员支不支持，这些都值得讨论。所以说，今天我们做一个税改啦，一定是能够在租税整个租税变动情况最少情况之下做租税改革。这样哈、哦？对对对。那我也一并请那个关务署的廖署长上来，好不好？我知道。那个，我想哈、哦，那个部长。那个还有署长，因为蔡英文政府准备开放日本核灾食品，那日方也透过各种方式管道啊来施压，那我国海关检验能力是否足够？哦，部长有没有可能，因为日本这些超标的这些辐射食品会透过西万的方式免审免验通关？我想这个未来会不会？因为这一部分一定是要经过卫福部的同意才可以专案进口，而且卫福部一定会去检验，派员去检验，他们自己检验啊，不是我们海关在检验啊。哦，是他们来检验是吧？对对对对。因为如果日本哦进口的食品或海鲜以 C1 的方式通关，啊、哦，但是以台湾市售价格相比啊，当然是比较偏低，那不免会让人家觉得说货物啊确实是有问题。没有没有，不可能用 C1 了、啊，不可能。财政部关务署是否会特别挑出一些来检验？会不会？没有，这是卫福部方面的、啊。卫福部他起先会逐批的来检验。因为、哦、其实这段时间、啊、很多民众、哦、在这方面、哦、因为关务署，你现在、哦、这个北中南东啊，你现在只有高雄那里可以测试这些辐射的问题，其他你台北关啊、基隆关啊、台中关啊，几乎没有那个能力。那我认为说，其实你看，这个昨天呐、啊，这个我们跟日本的一些这个会议里面呐、啊，日本的那个代表那个会长，他就很明确的表达说，这也是半施压。那我认为说，我们又不是日本的次等国民，他们不吃的为什么要送到我们这里来？所以说，站在我们整个全民健康的立场，我相信民众是有疑虑的，哦。76%的人、啊、是不赞成福岛周边的4个县、啊、那个食品进来、哦、那我是认为站在海关的立场，我们要严格的去把关把持、哦、因为这个民意如流水、啊哦、要是说蔡英文政府、这个执意的来媚日，到最后、啊、后果我相信会很严重，因为76%哦，3/4以上的人是不支持这些有辐射性食品疑虑的食品进来。其实我们现在日本也进口很多食品啊，而且我们最近你看那个电视报道，那个专卖日本食品的有10,000多项都是福岛周边那些那些有疑虑的那些食品进到我们这里来，他整个把它封起来。那天啊在桃园你看封了多少食品，我是认为说站在政府立场就要严格把关，因为这是跟大家有关系，你跟我大家都一样，包括我们的下一代，对不对？日本有47个县，那他除了这5个县以外还有42个县，他们1亿多人口，为什么他们不吃一定要送到台湾来？我们只有2300万人口，我们又不是他的次等国民，他不敢吃的都送来给我们吃。所以说站在财政部海关的立场，你们一定要严格把关，绝对不容许有任何辐射食品的食物进到我们这里来。
以上，谢谢，谢谢。好，谢谢林委员的质询。跟委员会向委员会报告，今天中午我们不休息，会议继续进行到今天会议结束为止。接下来我们请江启臣委员，江启臣委员，江启臣委员不在。张立善委员，张立善委员，张立善委员不在。刘世芳委员，刘世芳委员，刘世芳委员不在。郑天才委员，郑天才委员，郑天才委员不在。接下来请郑运鹏委员。哎，主席、各位首长、各位同仁，大家好。那是不是可以麻烦部长？那如果其他主管有需要的话，你就麻烦自己上来哈。那尤其是经济部跟那个 NCC。郑委员你好。哎，部长辛苦了。部长，你有没有看到昨天的这个新闻？爱奇艺登台投资投审会驳回。我晓得，我晓得。你有看到无？我晓得。啊，这状况安怎？这样子的，跟委员报告，目前爱奇艺这个哈，它在台湾有三个代理商。对。那这个三个代理商呢，他其实有从事一些业务，那其实也都有缴税这样子。对，也都有缴税，是不是？对对 对。缴多少？多少？三个业务各缴多少？是不是不方便在这里？因为根据税金基准法的规定呢、啊，这边其实是机密的啦。缴的税额你还满意吗？因为可以接受吗？有没有逃漏税？对，以现行来讲的话呢，我想国税局也都方面都，因为这些。代理人其实都是我们国内的固定营业场所了。好，这样。那 Uber 的缴税状况呢？Uber 的部分呢，它本身其实也有缴税。嗯，我知道有缴税，只是我们认为缴的不够多，所以说呢，就给他。什么叫做不够多？为什么？因为根据我们交通部的认定，对，他是从事运输业务这部分、嗯，所以说我们是等于全额课税。Uber 的问题是他缴的税，他只认他总公司给他的资讯服务费。对对对。他不愿意认他在台湾所有乘客给他的车资。对对。然后他们总共抽成了20%以上。对对对对对。对不对？对 对。一年好几亿。对 对。你的白领去屌了丢了。对对对。所以你们认为你们认为车资是该抽税的，对不对？对对。他抽头了嘛，就要缴相关的营业税。所以在这一部分的话，第一个呢，因为根据现行税法的规定呢、嗯，因为跨境电商本身是由买受人家缴税，逆向课税嘛。那根据国际间的趋势呢、嗯，一定是要反过来，要改为涉及登记课税。好，那所以今天这个问题哈，就是说爱奇艺这个要涉及课税的部分，那、啊、你被经济部投审会驳回了。那会不会造成说你反而课不到税哦？这个是我的重点。没有，我跟部长讲完我的说法了哈，我的看法就是说，我们是要创造一个台湾业者可以跟这些跨境电商在台湾公平竞争的环境。对，台湾的这些跨境电商，不管各行各业，他如果要缴税，他的税负就应该跟这些跨境电商有公平待遇。这个你赞不赞成？对，所以这些问题都出在这里。因为目前的部分呢、啊，第一个，我们是100%缴税、嗯，他们呢，买受人缴税，买受人几乎都不缴。对，第二个，而且有门槛3000块的限制，但是要缴还是收得到啦。我们现在讲的是这个部分嘛，对不对？你们要修法是这个目的要、对对对对对。部长，你有没有用智慧型手机？我有。有哈、哦，来，我们一起来操作一下好不好？哦，还是说来经济部投审会，你们给他驳回了，我们来操作一下。部长，你查个搜寻，打爱奇艺，打爱奇艺好不好？哎，那个主席时间暂停一下好不好？让他们找一下，打一个爱奇艺来。郑委员，请控制时间。来，部长，好，没问题。我时间很快，都可以最快的支援一下。我们来看看经济部驳回他的公司申请之后，到底爱奇艺在台湾是不是就消失了？大家各位都有手机，所以随时随地都可以查得到。好，查到没？第一个会跳出一个简体字的爱奇艺，我们点进去好不好？部长有没有？有。有没有？来，投审会，经济部，点进去了吗？你们驳回的在消费者认知里面，好，可以的，继续哈。在我们的认知里面，他应该是看不到了，因为他的事业，他要做的事业其实是被驳回不准的。但是在这个手机的平台上，
在网络的平台上面，甚至在电视机上面，我们还是可以点得进去。部长没有错吧？对对。我们很怕台湾消费者继续可以去消费，啊，你们因为驳回了他的申请，投审会驳回了他课不到税，会不会有这个问题？跟委员报告，应该不会啦，因为不会，我们一定要涉及课税，就是即使现在。那他要涉什么级？你有，既然这个业务是违法的，不是。他涉及让你扣什么税？没有啊，你有销售货物劳务，对，我们掌握到金流，为什么不扣税呢？为什么不扣税？否则你等于是那这个就很奇怪了。经济部驳回他这个影音事业，他等于是网路上的违建，所以你们就是照一般的啦，违建你还是照扣房屋税、地价税，是不是这个意思？当然是这样子，否则的话你们这个政府到底经济部，然后财政部？国家通讯委员会，你们整合了没有？你这个不是很奇怪吗？你敢讲这不是在经营？现在现场所有的人点得到。然后下一张，我跟你讲，他的收费是什么？每个月239块，每月扣款哦，扣款表示他是刷卡哦。然后每12个月1999哦，3个月657元，跟你们今天的修法连结的话，他没有一笔超过3000块，没有。他的内容还是违法，因为新的税制它没有3000块额度，现在是因为由消费者缴纳才有3000块的额度。对，我未来修法以后就没有了。部长，你不要紧张，我是赞成你的方向。好，谢谢。不管是货物还是劳务，但是对于这个政府的整合能力，我相当有意见。经济部，我想请教一下，你们驳回他影音的申请，那你们要封锁他的网域吗？部长讲的是说没有，不等同等驳回课税了，没有错嘛哈，违建还是要课税，这没有错嘛。我们先回答这个问题。对。那我想请教一下 NCC 跟经济部，既然你们不让他们经营这个事业，那你们要不要封锁这个网域？你们要不要封锁他在我们台湾手机上面跟电脑上面的？那你们要不要封锁他向台湾消费者收费？这个你们做得到吗？来 ，NCC 要不要回答一下经济部？你们到底在做什么事情嘛？报告委员，那个 NCC 封锁网页并不是 NCC 目前能够用行政权去做的。那是谁？美国，因为他点 .com， 美国管的主机，美国管的 IP， 那到底谁可以做这个事情？他有没有违法了？啊，没有违法，经济部就不驳回他的申请了、啊，那这叫合法。如果经济部这个投审会驳回不是违法，那他是什么？来，经济部说明一下。经济部，他是不是违法？他合法还违法？报告委员，因为这个是我们是商业事哈，啊，这个业务准博是在投审会，这个合不合法是不是我、啊？所以你也不能代表对了、啊。好了，啊，保定你来讲嘛，这是合法来违法啦？我现在点出来这个网页，你手机上看得到，这是违法还合法？对。那现在呢，是我想我们是课税立场的话，你有销售劳务，在我们以消费地课税为原则的话，我们当然要课税啊。要课税，课得到。啊，课得到？有啊，怎么课？目前有课税啊。怎么课？就是根据我们刷卡，因为他有三个代理公司啊，有三个代理公司的、啊，有国内的固定银行所盈利事业，他有三个代理公司的。所以部长还有经济部啊、哦，就麻烦你们一下，这个至少跨不到财政部、经济部跟 NCC。你们在驳回这个的时候，也要看事实上你的驳回是精神胜利法，还是事实上你可以让他不盖违建？你既然做不到了。消费者还是照样可以付费，他还是你看哦，扣款刚刚那页付款扣款那页，每月扣这个还不是简体字哦，针对台湾消费者来的，啊，这个你们到底驳回这个意义在哪里啊？你们想一个可以说服的，我也不是欲中则反，而、啊、让台湾业者有个公平竞争的机会，你让台湾消费者有付费了，他就去看违建，他就看违法的内容，这个不应该是我们政府的政策啊。你们有没有在？所以回去研究一下。我知道经济部今天来的人不够多哈，那代表性不够高。好，先这样了哈。部长一定要磕到，好不好？不能台湾业者过不去，台湾业者不公平竞争，有好不好？有，我们这部分有课的少税。好，好，好，来，部长，我跟你简单再报告一下，因为时间有限哦。然后把那个劳务的件数跟那个购买国外劳务的营业税额的状况，然后部长你看一下哈。理论上来说，这个劳务状况，哎，下一张，下一张，下一张。理论上来说，跨境电商跟购买劳务应该是越来越多。可是部长，你去看，从100年开始课税之后，越课越少，这是为什么？因为现行从24万亿到8亿，
因为现行跟委员报告啊，因为目前现行制度有买受人来缴税，而且又门槛3000块，对，所以说几乎等于扣不到税啊。所以打个照起啊，一开始还扣得到哦，第一年扣得到，还扣24亿，理论上现在可能要变48亿的，就变8亿，对不对？这1到9月的，今年我看起来扣的12亿左右，大家都透过那个3000块去跑去逃漏税了。然后第二个来看那个货物的状况，货物的扣税状况。货物还有3000块，对不对？目前还是目前是。部长，你去看哈，货物的哦，从100年3000块以下的件数1000万，101年变1100万，到104年的时候变1800万，这都是3000块以下免税的哦。大家都用这种3000块以下的方式在跨境购物。是，我算过了，部长万一算过了，我认为这个3000块都要取消。有消费就要。就应该要课税。跟委员报告，那个货物这部分啊，全世界各国都有个免税条款，免税门槛，所以这一部分我们要检讨，但是不能取消。好了，你们要检讨，现在就是用什么寄来寄去的，用地址去看跟频繁率去看哈。来，部长，我跟你报告，我算过了这个一年1500万件或1800万件，如果我用3000块去算它的税额的话，试算大概你们大概可以抽到一年可以抽到27亿以上，哦。以上的税，那如果你抽到27亿的话，现在关务署的人事费一年大概46亿，所以你 QJ 哈绝对也好，你们研议一下好不好？我认为你们现在10月20日要通过那个用地址发货地跟收货地来看那个，你们增加你们很大的困扰，你不如说取消全面去课税算了。你在企业好，你 Q 绰绰有余，你的关务署增加10%的人力都还够，就增加就业嘛，那个3000块应该取消掉了，这才公平嘛。不然台湾的网路业者齁，他们现在都跑到对岸去了，他一样的商家在台湾发货，但是他的那个他登录的齁是在对岸的网站，他不在台湾的平台。所以我现在讲说，不但课税，而且要让台湾业者跟这些跨境电商有公平的基础，这是重点，好不好？那也拜托你们不要再去做这种事情，投审会驳回了，然后继续可以消费，然后你们课税它是违建的课费，所以政府不应该做这种事情了。要么就全部都封锁，要么就你给他一个名正言顺的身份，好不好？好不好？不要做这种自我矛盾的事情。好，谢谢部长。好，谢谢。好，谢谢郑委员。接下来我们请李玉玲委员不在，我们请罗明才委员，罗委员请。主席，各委员，出列席官大家好。主席，可请财政部长。部长你好。哎，刘委你好。看到这个电子交易啊，开始是风起云涌啊，哈。对。部长知道，这个月是11月吧，哈。那11月11日是什么节？那个一般人家说所谓光棍节。光棍节哈，那在光棍节里面呢、啊，可以说是推陈出新的、啊、哈。我们看到在大陆啊。一天的交易量破纪录，那个金额多少？部长知道吗？1000多亿是？是人民币吗？哎，对，对，很大的金额哈。那这个新时代已经来临了，那整个在推动。目前国内在网络上面的购物的情况大概是怎么样？有多少件？哦，总金额在台湾的部分大概是多少？那我想刚才委员报告这里呢是包括货物跟劳务，现在我们今天。这个营业税法修正的部分是属于国外劳务的部分，境外电商的部分来销售给我们的国内自然人的部分，属于 B2B 的部分，这部分没有问题，本来就目前都要缴税了，这样子。现在规模大概是多少？一年收了多少的税？有多少没收到？这个报告委员哈，那这种因为现在申报里面没有去区分啊，所以没有办法做统计了哈。那现在如果是说以光棍节这个11月的话，我们大概是收到的税大概是180万左右。180万。哎、欸。那部长，我们现在很积极的积极营要收这100-200万的税，有没有另外一个思维？想想看哈，我想请教另外一个就是国内的遗产税啊哈，这10年来啊。你们收的比较多的是哪一条？遗产税，比如说星光的部分，比如说国内的
五大家族的部分，每个收的金额有多少？你们可以大概说明一下吗？个案的部分可能比较不讲个案了，你就讲这个一个范例好了。请问蔡家好了。因为你这个又指明蔡家的是个案的部分呢、啊，这个蔡家国内前十大应该大家都知道。对了，但是那我每次看到的那个金额哦，都是跟老百姓的认知都不同啊。讲经营之神或者是企业非常都是几千亿的身价，就他一赠税收了半天，也许只有500万、1亿，结果我们今天汲汲营营的。想要在这个电子商务去课税，刚刚讲说180万而已，那要花多少的时间、多少的人力？不是说不课啊。新兴的电子产业刚刚在蓬勃发展的时候，使用多的都是年轻人啊。就是我们在起心动念的同时啊，为什么没有针对过去那批拥有很大财富的人，他资产在移转、移赠税要交的时候，从那一块？多多来花一点人力跟心力，就反而绕过来，一直要汲汲营营的，专门对付这个年轻人的这个这一块，不断的想要拔鹅毛。跟委员报告，我想目前跨境电商对我们国内的自然人，几乎目前是没有缴税的，因为有买受人缴税。是啊，没有什么没有缴啊。那世界国际间的趋势就改过来，就要由这跨境电商这各该国消费的时候了，销售劳务的时候了，来办理涉及登记课税。国际间趋势是这样的 ，OECD、欧盟很多国家都这样做了。好，那现在开始要推，什么时候开始实施？预计一年可以收多少的税？我们现在面对的市场。的对象大概是多少人？大概是多少企业？那多少金额？大概以目前啊，因为我们目前还没有实施嘛。以韩国、日本，它也是一样涉及登记课税的结果了。大概50-60家的世界跨境电商啊，去办登记。所以现在初期还是抓大放小。没有，就50-60家登记而已，在日本、韩国啊，因为这些。跨境电商都是比较大的，在世界上跨境电商都比较大的。那我们鼓励他有一个合法的方式来办登记，然后来缴税，缴合法应该缴的税。那对于那种个体户呢？比如说在网络上自己年轻人创业的，那个本来目前现行规定就有了啦，现行规定有了。我们现在是跨境的电商，在国外的在跨境电商卖给我们国内的自然人的部分。国内网络上交易的部分呢，是这个部分市场大概有多大？你们有没有专案小组在执行这个税务的查核？有啊，有。目前我们有专案小组的查核。目前查核的话，那个内地税单是这几年从100亿开始，大概这一部分呢，我们补了15亿多了，15点多亿。所以这个部分已经列为重点了吗？有，还是有了，因为我们其实啊，我觉得这个部分呢不应该是重点。不是啊，就是说总是要抓大放小，因为这部分你大的金额你给它放掉，我想也不太公平啊。那我想请教，像 Uber 哈，对，在国内很多人现在都做 Uber，Uber 要不要缴税 ？Uber 有啊，没有啊，他没开发票啊。不是，没有开发票，并不代表不缴税啊。不是，一般你有没有做过 Uber， 部长？我是没有做过，但是有很多人做过。那就很好，你就叫车子来了，来了你根本也不用付钱啊，全部都不用啊，他也没有哪里不用付钱，你要刷卡、啊，不付卡啦，你不用给现金啊。对啦，可能他就直接扣掉了。是没有错啦，你那请我就但是我们国内有很多厂商，你到销百货公司一样刷卡、啊，一样没有付现金啊，对不对？因为这种是一个趋势嘛。那我刚刚讲说这一块，就是你也查不到啊，这个部分啊。Uber 完全查到了，因为我掌握金流啊，因为刷卡的部分，我们透过信用卡中心那边可以掌握资料啊。好 ，Uber 你查得到？请问 Uber 现在一年的营业额大概多少？他税收我们缴了多少？这一部分他本身也有缴了，只是我们认为缴的不够多，因为我们根据交通部的来认定，他这里从事是运输劳务的，不是所谓资讯服务业的部分。那这部分我们国税局也给他发单了，给他补税了。
对，那我的意思说，你刚刚讲嘛，很多没收到嘛，哈、哦。做 Uber 的市场现在一年多大？缴了多少的税？缴税多少？很抱歉，我现在不能这不能讲啊。不对，你大概讲，我不是针对哪一台车啊，是就这一块新兴的行业。没有 ，Uber 本身就是一个纳税人啊，我们现在给他花单课税，他就是纳税人。那你讲的司机的部分，因为司机本身第一个人数很众多，他每一笔金额不大，所以说那一部分司机倒是课的很少。好，是，不然我希望这样子的哈，因为这个时代环境在改变哈，对，这种新兴的交易模式，我就应该是多多鼓励啦。对，那所以初期啊，我就给可能给5年到8年的时间哦，这块让它蓬勃发展都来不及了，你还要砍手砍脚的。没有，这国际上趋势都才这种方式的，因为你现在有买受人来缴税，几乎没有课到税啊。而且哦，所以说。有关欧盟、日本、韩国附近每个国家都在修法了。这块很多都是年轻人啊，好，所以请部长都不是现在不是年轻人啊，我们跨境电商是全世界很大规模的一个电商啊，结果你没有对他缴税，没有对他课税合理公平吗？不公平啊。对，那你说那个是大的嘛？那个体户小的部分，个体户部我们很多其实是没有在。你现在说现在3000块就开始要课税嘛？哈，你们。這個、未来没有啊，未来没有额度啊。未来他来涉及登记课税以后，他不论金额多少，他要3000块以下也要。对啊，未来啊。这样会不会搞？那是营业人，搞得很多复杂的这个情况出现。没有啊。二组的这个电子商务的发展。不会，因为你现在是对营业人来缴税啊。国内的电商一毛钱都要缴税啊，他没有3000块额度的限制啊。谢谢。那我这样子啊，因为时间关系哦。是。现在哦，讲这个都更啊，是财政部所属的都更机会也很多啊，会不会大力来推动？我们是配合啦，因为都更是内政部的主管业务嘛，那我们是配合他。当然，我们目前公股金融事业啦，有一些位置也不错的话，他也配合都更，现在就在做了。现在那国有财产署的地很多啊，国有财产署不是。它的地，因为现在都更一定是适合都更的，譬如说，尤其很多现在4楼、5楼公寓的部分。那我请教一下，国财产署哦，你地现在总共有多少笔？那有多少的坪？几坪？委员是指参与都更的案件吗？不是，你手上所有的地。手上的部分，那非公用的部分有240万公顷。200多万公顷。对对，但是大部分都不是在都市地区啦。那因为现在依照都更的条例规定呢，国有土地呢必须要参与这个都更，而且是不能说不参加，所以目前我们参加有1000多个案子。所以只要是要推动，国有财产署都会支持。是是，我想这个都更哦，讲很大的一块啊，但实施起来啊、哦，实际上都很困难的，困难有时候钉子户钉在那边哦。那因此，我想内政部了这一部分也要修法了，去配合了。对，那个应该要修法，好好来做啊。最后讲一个核灾的这个食品把关的问题啊，请问一下部长，截至目前为止，有没有核灾的食物已经流窜在台湾了？我想这一部分呢，我想就是这一部分卫福部啊，卫福部把关啊，因为就卫福部的政策啊。而且把关就是大家觉得这个关卡已经守不住了、啊。没有，海关有没有守好啊？没有，这个是卫福部逐批他要来检验了，是卫福部他派人在海关那边，在那个边境啊做检查、啊。那有的大喇喇的进来的，已经可能都中枪了、啊。比如说水果、啊、看起来很好吃啊，我们吃的也不知道到底有没有那个核灾的这个问题啊。这个报告委员哦，海关是这样，就是说只要那个食药署或者农委会他们认定合格，通知海关。我们才会放行。可是现在有个问题啦，那你们这样子，你们应该全部把关哦，没有问题的再放行啊、哦。没有，这一部分还是有主管机关的，因为这一部分它第一个准不准进口是主管机关的权限啦，不是我们啦。部长啊，罗委员，时间到，好，谢谢。提醒部长，我提醒你啊、哦，是，现在进来有很多的核灾地区的食物哦，你说要把关那个十几个人可以看出全部的食物吗？啊、万一有漏洞跑进来的话，吃下去谁倒霉？老百姓倒霉啊！好，所以我想海关这边看
要加强你们的立场啊，千万不要被收掉，千万不要软化你们的立场，要严格坚持把关。我们配合主管机关。好，为了人民的健康，为下一代的安全，是是，好不好？谢谢，谢谢。好，谢谢罗委员。接下来我们请江永昌委员质询。好，啊，谢谢主席，啊，请财政部部长。部长请。啊，江委您好。部长，今天讲的是跨境电子劳务的部分啊，哈。对，而且是卖给国内的自然人部分，派给国内的自然人的部分、啊。对对对对对对。其实哦，我还是有很多地方哈、哦，有很多的一个疑虑，到底将来要如何的一个操作？我看你修法的这些条文当中哈、哦，可能也只是抓一个概略的，可能到时候还要在施行的相关办法当中哈、哦。去明定了、啊，或许可能是这样。有需要，第一个执法规一定要修正，第二个呢，平台要建制，因为根据我们办理六场的座谈会啦，那这些跨境电商呢，就希望能够，因为他是世界各地跑的嘛，所以他也希望能够比较简易的，像比较其他那个欧盟的国家或日本、韩国的制度了，这样来处理。我第一个问题还是回到 Uber 了哈。啊，是。Uber 现在在台湾，财政部声称它有落地成立宇舶。现在到底你的课税主体哈是要对 Uber， 如果税法通过了之后 ，Uber 还要不要来台湾设税籍代理人？还是说你现在针对已经在台湾落地的宇舶就够了？我要问的是，当你用 Uber 去做搭这个车啊，得到这个一个实际的这个劳务的一个享受的时候，你刷卡付钱。这个钱是到荷兰的 Uber， 还是这个钱是到台湾的这个宇舶？到底谁是将来你的课税主体？请回答。因为目前呢、啊，因为第一个，我现在不跟你讲资讯服务业、交通运输业行业类别，不跟你扯公路法。对。就跨境电子劳务、跨境电子商务，宇舶还是跨境吗？还是 Uber？ 不是。你知道付了这个车费。钱有三个分配，一个是司机要获得，对吧？对。一个是荷兰的 Uber 要获得，对吧？对 对, 对。一个是，但是钱好像是直接到他那里去哦，金流到他再分配给台湾落地的这个宇舶。对。所以钱有三种分配，对对就这三种分配，你把这个课税到底是怎么样的状况，做一个详细的说明。现在，因为我们根据交通部的认定标准，所以我们是对宇舶现在的课税。好，他这三种分配的利润都从宇舶那边去扣他就对了。对，金额等于全部。也就是说，即使在荷兰的 Uber 的总公司，他有分配到利润，也会在台湾落地的这个宇舶去扣他的营业税。对，未来就不是这样子的。未来会怎么样？未来当然还可能包括营所税或是其他的。对对，未来的荷兰那个。所以财政部现在的做法，说这三种分配都会往宇舶线下了哈。都会去处理，所以 Uber 在台湾以宇舶公司，你这三种分配都课到税的话，就没有存在今天要谈的条文的修正的跨境商务的问题，对吧？因为现在交通部认定是这样，才会这样啊。对了，所以要把这个先厘清嘛。对啊。其实如果今天把这个问题拿到这里，它就已经不再是跨境的电子劳务的一个部分了。它不是跨境，直接对宇舶，而且宇舶它有它所对你面临的所谓的这个报税的一个部分是要含。在 Uber 在荷兰的分配都有。对，那将来呢，我们修法通过以后，只有荷兰那个 Uber 的部分，他来我们台湾涉及登记，仅对那一部分来课税。好，就是现在是对宇舶，但修法通过之后，三种分配当中的荷兰的 Uber 的那个分配，他要来设税籍的这个代理、税籍的登记嘛？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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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就要把这个事情讲清楚，要不然大家来问的话，把这个交通部那边要规定的，跟我们财政部这边的会税全部打结在一起。没有，因为现在还修法，还没有修法嘛，还没有修法。我期待今天修法成功了。你这个来。好，我继续问我的疑问。我们现在讲两个订房系统，饭店啊，提供饭店。对。一个叫 Agoda， 一个叫 Booking。啊，对。这两个不太一样。Agoda 是当你刷卡之后，你那个钱付给 Agoda， 他再付给这个饭店。好，有两种情况，一个是国外饭店，
一个是国内饭店。啊 ，Booking 的话哈，它不一样哦，它是你刷卡之后，钱先付给饭店，饭店呢再把佣金付给这个 Booking。啊，这个就是说平台都在国外了哈 ，Booking 跟 Agoda 都在国外，但是饭店有国内跟国外，课税主体是谁啊？各科什么税？请说明。未来的部分呢，假如修法通过以后实施以后啦，嗯，这些国外的平台要办涉及登记，要涉及登记。对，啊，饭店的部分，所以国内的部分，事实上它本来就在国内涉及，因为我们属地嘛，哈，对对对对对对。好，所以你就有讲到一个重点哦，刚刚谈到 Uber 提供的是一个国内司机的实际的劳务的一个服务的一个部分，你认为它？交通部认为它属于交通业，所以就苛征了。对对，但是现在如果提供的实体的劳务，我现在讲实体的劳务，不是电子资讯，好、哦、那个部分的话，饭店业者不会这样子，因此把这个 Booking 跟这个 Agoda 也把它列为它是旅馆业者，不会吧？为什么这个差别？那是一个平台业啊，那是一个平台业啊。所以这个不是我们财政部认定嘛？对了，不是我把。所以是这样讲起来，相互对照就清楚了。是。但是如果去住国外的饭店，那可能国外的饭店那是国外他们可能怎么样去课税的问题。对对。但是国内的饭店，国内的饭店自己就是我们的课税主体嘛。啊，对对，那部分他。然后那个平台饭店代订的一个平台在台湾，好，他在国外，但是提供给了台湾的资讯的服务。我们要叫他，如果我们这个税法修正通过之后，就会来这里设税籍代理，然后要有报税的一个义务。哎，对对对对对对对，没有错。那我继续再讲哈，刚刚讲的就是有一个实体的劳务对一个电子的一个劳务了哈，都清楚了。那现在问题来了 ，Google、Apple 上面的 APP， 我讲的就是一个平台业者，一个上架业者。对对。哦，或者 FB 跟买 FB 的这个广告的人，好、哦、啊赖的贴图。现在是电子劳务对电子劳务哦，对，它有怎么样你知道吗？平台在国内，上架业者 APP 在国外，对，那个 APP 要不要来台湾做税籍登记？现在不要，未来法律通，你现在如果加值及非加值型营业税通过，通过有那个也要，要国外的平台也要登记。好，那如果平台在国外，平台要不要来这里设税籍的？要啊，要啊。如果平台跟 APP 如果都在国外，就通通要来设。Yeah. 好，本席现在要问你了。那如果那个上架业者，他先付钱给这个平台业者，那他也要来这里报吗？你知道吗？平台业者跟上架业者之间这个拆账问题，就会造成你到时候谁是课税主体去厘清的问题呢？对，国外那个上架那个不需要啊，我们只管国内的，因为是以消费地课税为原则。对对，但是你知道吗？假设哈，平台在国外，对，那我这个我是上架，好，我写 APP 应用程式，我上架是在国内，是，可是我一样要跟他付钱嘛？对呀、啊，对呀、啊。好，对、啊、可是我在国内的话，可能我也有缴税嘛？对，对，有、啊、那一定会有。也就是说，如果这样子的话，国外的那个平台的一个业者，他有即使有跟台湾的国内的 APP 业者有收他的相关费用。是他，但是他在国外一样在这里做税籍登记。对，我的问题是这样子的哈，你以 FB 而言，你买一个广告商，好 ，FB 是在爱尔兰吧？爱尔兰嘛哈。对。我们在这里如果付费给他，一刷卡之后，那个金流马上跑到爱尔兰。对。假设他收了1000万，但是他在台湾哈没有设税籍，但是他在台湾有一个。也许是资讯电脑终端还是 server 的一个据点，对，那个据点可能从爱尔兰分配回来，好、哦，只有分配到100万，哦、付1000万出去了，只有付回来100万，这两个到时候怎么课税？付回来台湾呐、啊，我刚刚举的好、哦、这个 Agoda 跟 Booking， 对，因为它有一个饭店那个有一个实物的一个感受，有有有。现在我讲的就是。电子劳务对电子劳务的、哦、平台上架业者或者平台在台湾的这个机房，你这怎么看？机房通常事实上现在很多 APP 它不透过机房啊，它根本就是，譬如像简单来讲，你现在告诉我的是，直接用，如果在这种状况之下，就直接追这个平台，我们在消费者刷卡付费的时候，或是 B2B 也好了哈。这个商业行为的时候，
付到国外的那个平台的钱，那个钱要作为你课税的税基，是这样的意思吗？对对对，完全以那个为主嘛，不要再去管说他拆账回来到国内的业者。B2C 的部分是这样子的 ，B2B 的话部分，国内的营业人本身就会自动去报缴了。好，那我现在举一个事情来跟这个部长哈做一个研究哈，请问你啦，这次如果加执行好非加执行的这个跨境电子劳务的部分修法成功的话，是，你预计可以课到多少税？我们估计啦，因为现在根本还没有嘛。第一个，我们参考这个日本、韩国啦。目前日本、韩国因为也是新的制度实施以后啦，大概五六十家的跨境电商在他们国家办登记，这是第一个。那金额大概多少呢？我们估计现在 B2B 的话，大概有945亿左右。那以20%是属于 B2C 的部分的话呢，大概估计大概和一年呢，刚开始大概有9亿的营业税的税收。好，这是总量的哈。对对对对。赵主任，不好意思哦，我一个问题就好。其实哈，我说你们西部的赶快去做了哈，我就办公室助理就可以做了，我叫他们上网啊 ，Google Play 上面的 APP， 前20大有没有？是。我讲一个哦，瑞士的 Need of Over Speed， 它哦下载费用是30，已经有100万人次下载哦。好，前20名，第20名的话也有一个。这个所谓的日本的哈一个游戏哈，下载费用140，下载人次5000，我算给你听啦。如果这样用5%去算营业税，一个高达150万，一个高达3.5万，光是 Google Play 上面的 APP 前20大，就将近有2亿的额度，将近可以磕到948，将近1000万这个税额。我相信你们要尽快去掌控这个事情。我想会第一个哈，跟委员报告，我们总共为了跨境电商办了6场座谈会。那这些跨境电商也就透过事务所啦，来谈，也很关心，他们愿意，你修法通过以后，他愿意来办涉及登记来课税。我说一个 Google Play 就这样子哦，是是是，其他还很多。对对对。我担心的是，你这次修法，你的处罚不够重。如果是3000哦，他不来办税及登记，3000到3万，以他如果应缴税额会到这个150万的一个程度，他几十年都来跟你抗争，没有没有，都来跟你抗拒，不来。那个委员所讲的是行为法，我们还有漏税法啊，是漏税法、啊。他税期就没有来登记，你要知道这些上架业者，他到时候左闪右闪。刚刚你讲的可是追平台，不是追上架业者哦。对。刚刚本席在前面问你，不管是 FB， 不管是 Google， 你讲的都是追平台业者，但是我现在讲 APP 他所收到的一个费用，因为他是先支付给 APP 业者。APP 业者是根据他在这个平台上的一个使用费再去付平台的一个使用费，因为现行规定他不需要缴税，他是由透过买受人去缴嘛。那因此很多国际间的趋势认为这样不合理啊，而且要跟国内的电商业者取得一致的公平待遇嘛，因为国内业者任何一毛钱都要缴税啊，没有什么3000块的额度的问题。所以修法以后，这些国际电商、跨境电商，他愿意来配合。正如同日本、韩国一样，你看究竟我们不好意思啊，我占用太多时间。这样好了，待会修法的时候或协商的时候啊，这不足之处，请部长再做一个详细的说明。好，谢谢，谢谢。好，主席，谢谢，谢谢。好，谢谢江委员。各位委员，我们今天登记发言的委员都已经询答完毕。我们做如下的决定。报告及询答完毕，委员卢秀燕另提书面补充资料2份，列入记录，刊登公报，并请财政部以书面答复。委员质询中未及答复的部分，请财政部在1周内以书面答复。委员质询中要求提供的相关资料，也请在期限内送交各相关委员。向委员会报告。我们下面进行审查讨论事项及处理提案。好，请议事人员宣读行政院函请审议加执行及非加执行营业税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的修正条文内容，这里面包含修正动议一案跟临时提案3案，一共4案。好，在议事人员宣读完毕之后，我们就进行协商。好，请宣读。
宣读行政院函请审议加执行及非加执行营业税法部分条文第二条之一，外国之事业机关团体组织在中华民国境内无固定营业场所销售电子劳务与境内自然人者，为营业税之纳税义务人，不适用前条第三款规定。第六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为营业人：一、以盈利为目的之公营、私营或公司合营之事业；二、非以盈利为目的之事业机关团体组织有销售货物或劳务；三、外国之事业机关团体组织在中华民国境内之固定营业场所；四、外国之事业机关团体组织在中华民国境内无固定营业场所销售电子劳务与境内自然人。第二十八条，营业人之总机构及其他固定营业场所，应于开始营业前分别向主管稽征机关申请税籍登记。第二十八条之一、第六条第四款锁定营业人之年销售额逾一定基准者，应自行或委托中华民国境内居住之个人或有固定营业场所之事业机关团体组织为其报税之代理人，向主管稽征机关申请税籍登记。依前项规定，委托代理人者应报经代理人所在地主管稽征机关核准、变更代理人时一同。第一项年销售额之一定基准，由财政部定之。第二十九条，专营第八条第一项第二款至第五款、第八款、第十二款至第十五款、第十七款至第二十款、第三十款、第三十一款之免税货物或劳务者，即各级政府机关得免办税籍登记。第三十条，营业人依第二十八条及二十八条之一申请税籍登记之事项有变更，或营业人合并、转让、解散或废止时，均应于事实发生之日起十五日内填具申请书，向主管稽征机关申请变更或注销税籍登记。前项登记人申请变更登记或注销登记，应于缴清税款或提供担保后为之。但因合并、增加资本、营业地址或营业种类变更而申请变更登记者，不在此限。第三十条之一，税籍登记事项申请税籍登记变更或注销登记之程序，应减负之书件与撤销或废止登记之事由及其他应遵行事项之规则，由财政部定之。第三十六条，外国之事业机构团体组织在中华民国境内无固定营业场所而有销售劳务者，应由劳务买受人于给付报酬之次期开始十五日内，就给付额依第十条锁定税率计算营业税而缴纳之。其销售之劳务属第十一条第一项各业之劳务者，劳务买受人应按该项各款税率计算营业税额缴纳之，但买受人为依第四章第一节规定计算税额之营业人，其购进之劳务专供经营应税货物或劳务之用者，免于缴纳；其为兼营第八条第一项免税货物或劳务者，缴纳之比例由财政部定之。外国国际运输事业在中华民国境内无固定营业场所，而有代理人在中华民国境内销售劳务，其代理人应于载运客或出境之次期开始十五日内，就销售额按第十条规定税率计算营业税额，并依前条规定申报缴纳。第六条第四款锁定之营业人依第二十八条之一规定需申请税籍登记者，应就销售额按第十条规定税率计算营业税额，自行或委托中华民国境内报税。中华民国境内报税之代理人依前条规定申报缴纳。第四十三条，营业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主管稽征机关得依照查得之资料核定其销售额及应纳税额，并补征之：一、逾规定申报期限三十日内尚未申报销售额；二、未设立账簿，账簿逾规定期限未记载且经通知补记载仍未记载，遗失账簿凭证
拒绝稽征机关调阅账簿凭证或于账簿为虚伪不实之记载；三、未办妥税籍登记即行开始营业，或已申请歇业仍继续营业而未依规定申报销售额；四、短报漏报销售额；五、漏开统一发票或于统一发票上短开销售额；六、经核定应使用统一发票而不使用营业人申报之销售额显不正常者，主管稽征机关得参照同业情形与有关资料核定其销售额或应纳税额并不真之。第四十五条，营业人未依规定申请税籍登记者，除通知限期补办外，并得处新台币3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罚锾；借其仍未补办者，得按次处罚。第四十九条之一、第二十八条之一第一项规定之代理人未依规定期间代理申报缴纳营业税者，处新台币3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罚锾。第五十一条，纳税义务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除追缴税款外，按所漏税额处5倍以下罚锾，并得停止其营业：一、未依规定申请税籍登记而营业；二、逾规定期限30日内未申报销售额或统一发票明细表，亦未按应纳税额缴纳营业税；三、短报或漏报销售额；四、申请注销登记后，或经主管稽征机关依本法规定停止其营业后仍继续营业；五、虚报进项税额；六、逾规定期限30日内未依第36条第一项规定缴纳营业税；其他有漏税事项，纳税义务人有前项第五款情形，如其取得非实际交易对象所开立之凭证，经查明确有进货事实，及该项凭证确由实际销货之盈利事业所交付，且实际销货之盈利事业已依法补税处罚者，免依前项规定处罚。现在宣读委员江永昌、余婉汝、邱泰源所提修正动议《加执行及非加执行营业税法》第28条之一、第6条第4款锁定营业人之年销售额逾一定基准者，应自行或委托中华民国境内居住之会计师、记账室、记账报税代理人、个人或有固定营业场所之事业机关、团体、组织或其他合法代理人，向主管稽征机关申请税籍登记并办理纳税申报。依前项规定，委托代理人者应报经代理人所在地主管稽征机关核准变更代理人时一同。第一项年销售额之一定基准由财政部定之。第36条，外国之事业机关、团体、组织在中华民国境内无固定营业场所而有销售劳务者，应由劳务买受人于给付报酬之次日之次期开始15日内，就给付额依第10条锁定税率计算营业税额缴纳之。其销售之劳务第11条第一项各业之劳务者，劳务买受人应按该项各款税率计算营业税额缴纳之，但买受人唯一第4章第一节规定计算纳税之营业人，其购进之劳务专供经营应税货物或劳务之使之用者，免予缴纳；其为兼营第8条第一项免税货物或劳务者，缴纳之比例由财政部定之。外国国际运输事业在中华民国境内无固定营业场所，而有代理人在中华民国境内销售劳务，其代理人应于载运客或出境之次期开始15日内，就销售额按第10条规定税率计算营业税额，并依前条规定申报缴纳。第6条第4款锁定之营业人，依第28条之一规定，需申请税籍登记者，应就销售额按第10条规定税率计算营业税额，自行或委托中华民国境内之会计师、记账室、记账报税代理人或个人，或有固定营业场所之事业机关、团体、组织或其他合法代理人，依前条规定申报缴纳。第49条之一、
第28条之一第一项规定之代理人，未依规定期间代理申报营业税者，处新台币3000元以下、3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罚锾。临时提案第一案，有鉴于不少在台湾经营跨境电商，荷包赚饱饱，却不需要缴交营业税，形成漏税黑洞，造成与国内业者不公平的竞争。为了租税公平，建请财政部确实稽查跨境电商税负，要求业者确实开立发票，以确保国家税收及民众消费权益。必要时应于阶段时期内提高统一发票中奖组数及金额，以鼓励民众透过索取发票之意愿，加强要求及查缉跨境电商若及诚实申报营业收入。提案委员卢秀燕、王荣章、曾明忠。第二案，美国外国账户税收遵从法 FATCA 肥咖条款将于2017年1月1日起要求申报相关客户资料。然台湾与美国政府间的合作协议关乎 IGA， 至今尚未送交行政院，恐难于今年完成立法程序。明年又适逢美国总统交接，届时美国行政团队的立场将成为未知的变数。原此建请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与财政部研析，若台湾未能完成合作协议之立法，同时又丧失现行的视同签署状况，对台湾之影响与冲击，并请于1周内做成书面报告，送交立法院财政委员会。提案委员罗明才、曾明忠、赖世宝。第三案，鉴于网络交易蓬勃发展，以为国际发展趋势，该类商业模式试涉税基流失等相关税收问题，有关营业税部分，财政部已研议修正纳入课税，另盈利事业所得税课税部分，请财政部于半年内研议对跨境电子商务在台湾之营业额课征盈利事业所得税之可行性。提案委员曾明忠，联署委员罗明才、王荣章。宣读完毕。好，我们现在开始协商。请。好，我们按照关系文书的条次逐条来进行。一个是第二条之一，这一个部分的话是新增订的。好，第二条之一是新增订的，在现行条文中没有。请问各位委员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好，没有意见的话，我们照行政院版本通过。再来是第六条。第六条，我请教个问题，就是这个都是事业或者是机关团体组织，对不对？那个人就没有了。个人，万一国外有个个人很厉害，他架设一个平台，对不对？那来台湾销售电子商务，那就不课喽。对，个人呐，好，你现在都是机关啊、团体啊、组织啊，个人啊，怎么样？没有。那个人的可能性不高了，因为我们目前看到的就是跨境电商通常都是事业单位啦，那很少是几乎没有看到个人的，所以我们现在是用现行的情况来做这样规范。那一般的个人如果他是架设一个这样的系统的话，事实上就是他可能也会构成，他未来也会变成盈利事业的形态。当然我们这边是没有强调到个人啦，如果个人有刚曾委员讲的这样的情况，不可，那我们可以目前我们怎么处理，就通都不可。国内的话，比如有些个人他经营一个企，就是说他没有去办登记，对，但是实质上我们认为就视同是一个营业人，也要被他扣营业税或者甚至应所费，就这样子。对。那如果，所以我们会比较在国外的话，如果是这样子的情况，也是个人的话，在境外有这样的情况，那我们也还是一样比较。一样来进行，视同一个营业人一样把它处理的。那现行的，这样修法的加值型营业税的第六条行不行？您刚刚讲视同，那这样可不可以视同？我只是请教啦，因为，谢谢委员。那是不是我们要把它列入？
还是在提定上面会有问题。现阶段暂时真的，因为我们在看这些 APP 设计的电商，真的是好，真的是个人他可能构不成这条线。对他还是这样子的。OK， 好，好，因为其实个人的话，那个营业额也会不多了，好吧，先这样子吧。好，好，那我们第六条就到主席，行政院吧，嗨，请插播一下了哈，没关系，那个意见我尊重。但是哈，国外的这个大专院校、学校、研究机构，有时候跟台湾性质不一样。他们有些的个人有没有？他可能是借由那些资讯设备，你知道吗？他可能也许到最后他可能会发展成一个事业，可是他在一开始的时候，他可能是借助国外的大学院校，因为外国制度跟我们台湾制度不一样，他们有的可能会去允许学生或是研究生，可能有或是教授，可能有那样子的呀。但可能如你们所讲，一开始可能规模不大。好，不过我觉得啊，你可能可以去考量了啊。对，如果没有在母法里面的话，你可能执法去解释还是怎么样？因为将来团体也可以包括在内。对，像学校，如果他是透过学校，然后他是用学校的名义去设立那个平台，是会进来的。好，那对，没错，对。好，我们第六条就照行政院版通过，好不好？接下来第二十八条。没有意见。第八条就是我们把营业登记改为税籍登记，然后前面照修。好，没有意见。好，那我们二十八条照案通过。再来是我们增订第二十八条之一，这里还有江委员的修正动议。嗨，江委员要不要先？那个我也会尊重这个行政院版的哈。那我为什么这样提？我把我的这个理由说出来哦。第一个，我们自己的所得税法里面就有规定到会计师有明定，然后欧盟或国外的话，他们是会计师，以及他们国外不叫记账师的，可能叫这个税务师或是税务代理人等的。那我是把这综合起来，好，如果能明定的先明定，不能明定的，当然你们后面已经有写了其他合法代理人了，所以我的动议为什么会这样写？是这样子，你们参酌看看。请财政部回应一下，署长。是报告委员，那个其实我们很感谢江委员这个提案哦。那其实，但是因为就是说，目前其实我们也有参考我们现行所得税法的相关规定，就是假设一个是境外居住者或者境外的盈利事业，在台湾如果有纳税义务的时候，他自己没有办法申报的时候，其实他现在依照我们所得税法施行细则第六十条第二项的规定，我们也只是说他要委托一个在中华民国境内居住的个人，或者是有固定营业场所的盈利事业作为代理人。所以我们并没有去局限说这个人一定要是一个会计师，或者是记账师，或者是说他一定要是一个专门职业者。所以我们那时候是觉得说，我们是不是似乎不需要去限说他一定要是什么样的人，他可以是会计师，我们这个个人他就可能是会计师，他也可能是律师，他也可能是一个有专业能力的，也许是一个顾问或者是专家。所以我们是想说，是不是不需要这样明定？是102条，因为那个是属于那个税务代理人，那是另外我们去定义那个是税务代理人。但是我们对于非居住的这边是个人的部分，我也没有排除了，我只是把能够明定的会计师、记账师跟记账报税代理人。对，我了解。那我现在只是怕说，因为其实现在跟我们接触的很多，他不是会计师，也不是记账师，他有些是律师。那但是唯你在这边对，但是唯你在这边把它点出来的就是那几个专门职业，但是其他的人呢，他可能是律师啊，可能是其他的专门职业者，那我们这边是不是会有点限缩了他？不，没有限缩，但是会给他一个感觉，好像你特别把这几个专门职业的人点出来了，是不是？我们不要去强调，让他都可以进来这样子。好，事实上我们。就是说，江委员提案里面所的这些专业人员，也在我们的个人范围里面嘛，所以我们概括的来做列举，好不好？那个江委员可以吗？我们就照行政院版通过，好不好？这一条。好。好，谢谢。那我们就照案通过第二十八条之一，再来是第二十九条，我想一样，就是营业登记改为税籍登记。没有意见。好，那我们第二十九条照案通过。
30条。再来是第30条。好，我们在这里面顺出一个是第28条之一的这一个部分的整点，请问各位委员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没有意见的话，我们就照案通过第30条。再来是30条之一，也同样的就是营业登记改为税籍登记。没意见。好，江委员跟赖委员可以哈。好，那我们就第30条照案通过。再来第36条，还有包括我们江委员的修正动议。来，江委员这边的修正动议其实就跟前面那个第六条的定义是一样的，所以我们是不是建议也还能够还是以我们的为，所以江委员这可不可以我们照行政院版，还是您说明一下？那前面就配合啦，那到这一条。好，谢谢谢谢江委员，我们在第36条行政院版通过。再来第43条。没有意见。一样。好，第43条我们修正通过。第45条，一样税籍。好，第45条我们修正通过。再来第49条之一跟江委员的修正动议，有关于缴纳。你现在他来，你做一个这个税籍的代理人。他帮他申报，连缴纳的义务都要在，因为你现在是不是先鼓励他愿意来申报？如果你现在直接把缴纳的义务，我想，我刚刚本来是说专业的啦，会计师啦，哈，那税务是记账代理人先列在前面，那其他的人，那如果他还要付缴纳的这个义务的话，我想，可能你找不到人啊，这知识体大。跟委员报告一下，目前啊几个电商我们在座谈会的时候了，其实大部分都找，你没有讲没错，大部分找会计师事务所，也有律师的，因为这些都大规模大的会计师事务所，大律师，所以他们本身啊也愿意承担这份责任，但是当然有报酬啊，所以说这些跨境电商事实上，规模都很大了，所以他们也愿意付这个报酬。那既然你帮他代理的话，当然这个申报以外，当然要缴税啊，你不能说不缴税啊。缴税是他缴，但是我们只是要帮他完成這個申報。他代理，他是代理而已。代理申报的。我是这样讲哈，不然刚刚讲的，你说大型的电商，可是你定一个法律的话，你就不是只有针对大型的电商啊，是针对所有他销售额达到一定标准的所有跨境电商。那我另外再问你，国内的啊哈，国内的这个课税主体如果委托那个报税代理人去报税的话，也有缴纳的义务吗？条文，哎，条文你，好了，因为我们现在是这样子，我们国内的部分没有指定说你什么，委托代理人的话，代理人要负什么责任？因为这个代理人其实他就是帮他去申报，然后申报的同时，当然他要把他的税款缴清。但是这个税款缴纳，谁是付这个税款的人？不是这个代理人，事实上是营业人。我们这边只是这样规范，只是说你已经接受这个电商的委托，你要帮他去代理申报缴纳这个动作。事实上，也许我税款给你了。但是呢，你却没有依照规定去办理，所以我们给予他一个行为法、行为处罚。好，陈赖委员。那个基本上哈，我刚才看了那个我们江永昌委员跟我们财政部这边的哈，其实我们最终的目的是要求是要缴纳啦。其实你报了半天不缴，等于没有意义啦哈。所以我认为啦，跟江永昌委员建议依照我们财政部这边的版本会比较恰当。要不然我有申报啊，你不能处罚我。事实上是真的是要我们最终的目的是要他缴纳。好，做以上跟我们江委员建议一下，谢谢。另外，我跟各位报告过，我们实务上也有极少部分的这些记账业者哈，所谓记账是记账报的人，他给他拿了税款以后，他没有去缴啊。会。所以说这些部分处罚下来，他要吓一跳，钱不是给你了，所以他们之间也会打官司。而且我们对这个记账事啊，或记账报酬代理，我们应该要处分啊。
对不对？你今天帮客户做事情，你结果了钱拿来，对啊对对，偶尔会发生，极少数啊，确实会发生。好，哎，江委员，因为你四十九条之一是辅以这个四十九条的执行嘛，营业人嘛，哈，对不对？我的意思说，当然营业人他有这个缴纳税额的这个义务了，一定有。那你四十九条之一，如果你这样子定的话，就是说那个代理人未在代理期间，可是你刚刚讲的就是说他有收到营业人转交给他的这个税款没去缴的处罚是什么？跟他没有收到，那他当然也没有办法去缴纳，这个要不要被处罚？好，十一条下面一条，你该缴税不缴税的话。对对，我讲的是对代理人的处罚。那报委员现在是这样子，第一个就是说，这个营业人呢，这个跨境电商他已经有委付给这个代理人说，哦，你今天要去帮我申报，并且要缴税。那结果这个代理人没做，也许他就没有，他没有依照规定来办，那我们就要处四十九条之一。那但是没有，那个只是没有罚则没有。那到时候如果说，欸，他没有代理申报，这是我们只是针对他没有去办理代理申报及缴纳这个动作，那个行为法。但是假设这个国际电商他真的没有缴税，或者是说因为代理人的疏忽以至于他没有完成纳税义务，那到时候国税局就会去找这个跨境电商，那这跨境电商就会变成有那个逃漏税的处罚的问题，会变成走到51条。可能是1到5倍，那当然这个时候也许委员会关心说，啊，那这样不是他不是没有把钱给人家呀，是那个代理人没有去处理，这个时候就是他们之间的求偿官司了，对，这个就变成彼此之间，其实我们常常对就是有侵占税款的问题，好，所以那个又是另外民法的问题。好，谢谢署长的说明。第49条之一，我们是不是就照行政院的版本通过，好不好？好，再来第51条。第51条也是税籍登记四个字。好，那我们第51条也照案通过，好不好？那我们现在讨论事项已经处理完毕，我们下面也关于临时提案，一共有三案。好，第一案卢秀燕委员的提案。卢委员，我签了之后，他在增加文字。来，我们前面的部分啊，我在答询的时候也特别提过，嗯，你要马上叫他开，而且应该开的电子发票比较好，不要开的发票，但是要经过辅导期间，你没有经过辅导期间，这些电商当初我们座谈会的时候啦，他说我能够配合。好，涉及登记，而且愿意缴税。好，我们建议文字上面怎么样？好好做修正。OK 啦，他这个建议案嘛，建请啊，这个没有。可不可以说，并于本法施行后，比如几年内辅导业者开立电子发票？我们要做一定要电子发票，不能只有发票而已。那是不是以本法施行后，然后几年内辅导业者开立电子发票？可不可以这样子？要不然就是我们建请财政部确实稽查跨境电商税负，那然后并以本法施行，就是说辅导业者确实开立发票，好不好？电子发票，并辅导业者，确实开立电子发票。好不好？时间上我们以确保做一下，也有点弹性了。国家税收及民众消费权益，他都不想来了。那必要后面呢？后面新增的文字内容，因为我们主要是让他先来登记。好，那卢委员的提案我们就修正通过。好，谢谢。注意听，好，本席建请财政部确实稽查跨境电商税负，然后并辅导业者，并于本法施行后。辅导业者确实开立电子发票，好不好？然后以后的话都相同。哦，那我们就修正通过。再来第二案，罗明才委员的提案。
一周内。这些问业务了，是金管会主管的，是不是先请金管会来说明啊？我们财政部来讲，好吧？跟委员报告一下哈，因为上个礼拜也有类似的一个这个临时提案，那我们没有意见。那这个部分，因为有关租税的那个互惠的部分，也是需要财政部来协助啦，所以我们没有意见，会一起跟财政部一起来那个研习、嗯。好，所以你们自己协调。现在的情况里面是罗委员要求在一周内。就要完成这个报告 ，OK 吗？报告委员，因为整个如果肥咖 IGA， 大声一点好不好？因为外面很吵。好好，如果整个肥咖 IGA 没有签署，而且我们没有上市的所谓视同签署的话，对台湾的影响主要是对金融业的影响，所以我们是不是可以建议是说由金管会主政去研析？我相信上个礼拜的应该也是请金管会，应该没有请财政部这样，对，所以是不是可以建请由财政部？我觉得要会同财政部，要不然就会同也好。如果有需要，他们会请我们补充一些东西。那因为他这主要是针对影响跟冲击啦，所以我们比较强调是从对产业的影响跟冲击这方面去写一个报告，可能是委员真正关心的。来，所以你们建议文字上面怎么做修改？原此建请金管会，予啦予改为会同，会同财政部研析。会同。一周以内。一周以内做得到吗？金管会做得到吗？一个月内好了，一个月内好，谢谢。因为马上就十二月，就只有一个，好，一个月内，好不好？那我们就。修正通过。再来第三案，郑委员的提案。有没有问题？有一个字。啊，就修正的修而已了，那个无所谓了，修正的修了。少了一竖。哦，对，少了一竖。好。少了一竖，对。好，那我们做文字修正之后通过，好不好？可以，谢谢。好。好 ，OK。谢谢。好，谢谢。那、我们宣读协商结论。好，报告委员会，我们现在已经协商完成，请议事人员宣读协商结论。宣读协商结论，审查行政院函请审议价值型及非价值型营业税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案，经协商结果，增订第二条之一、第二十八条之一、第四十九条之一及修正第六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条、第三十条之一、第三十六条。第四十三条、第四十五条、第五十一条，经召案通过。临时提案第一案，修正倒数第二行及最后一行的要求业者切实开立发票，修正为并于本法施行后辅导业者切实开立发票，其已召案通过。临时提案第二案，将倒数第四行的金管会与财政部等字修正为金管会会同财政部，倒数第二行。一周修正为一个月，其已召案通过。临时提案第一案最后一行的开立发票修正为开立电子发票。临时提案第三案召案通过，宣读完毕。
好，请问各位委员对于协商结论有无异议？没有异议，我们就照协商结论修正通过。各位委员，今天我们的法案审查做如下的决议：审查行政院函请审议加执行及非加执行营业税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案，已经审查完竣。我们拟具审查报告提报院会讨论，院会讨论前不需交由党团协商，院会讨论时由本席补充说明。请问各位委员对于决议有无异议？好，没有异议，我们就通过。各位，本次会议议程都已经进行完毕，倘若有登记发言不在场的委员补提书面质询，我们一并列入记录，刊登公报，并请议事人员协助处理。今天非常谢谢大家的出列席，我们现在散会。